座谈会，做是忙中的功德啊，座谈会。哦，回来，对。对对啊、现在身体正常吗？现在没有很正常。现在没有、啊。现在有点喘。哎。现在正常舒服吗？哦，正常吗？现在不正常。现在不正常。啊，对。现在就是讲话有点喘。一直喘。好。你用思想来控制看卖，你家己思想，哎，正常，就是力量增进，哦，家己思想控制，注意力全部注意家来，唔免注意别人，哎，正常，哎，哦，有，正常了，正常哦，哦，以后你也得做注意看，正常哦，我在家试过好几次，好像正好几。都没有马上正常，哎，现在有正常吗？现在有，但是还没有完全。你个切一个光出来，切一个光，例如荧光，荧光切出来摆在头前。有。这个时候自见其实很重要，要切出来。是。切出来，我。有。你看到一样清楚，你也得清楚。你不是有自见其实吗？啊。你们没有哦，对不起，又讲台语了。你从来没有想过自证提升出现吗？哦，有想，不是在不舒服的时候、啊，不舒服有想，但是有时候马上测出来，嗯，哦，测出来，让你想亲近了呀，我之前想，有时候就会有两个接受，出来清澈，你清澈啊，你压得舒服啊，啊、哦，现在舒服了，哦，讲话比较顺了，舒服了、哦、啊，自证提升底下哦。自信心对你足重要，你一生后壁以后拢自信提升，你30年学这个一生啊，有自信提升啊，对你以后用的呢，以后过的人生无同啊。是是。哦，虽然运气就是这样顺势，已经这样了啊，幸好都自信提升。这时候危险的时候，哎，他自己会，应该他自己会出来。是。那你没有想到他、啊，为什么我们在探讨这些、啊？就是全部总归纳结论的这样呢，用内层来讲啊，是，哦，比如五阿赖也是一个意识，跟五六七八种意识哦，阿赖也是为主体对吧？哈、哦，跟平时生活，哎，我们平常的生活就有五六七嘛，啊，通常人都在讲到人部，但是我想我常在说人部就是五六七意识在那里绕，哦，又忘记了那个法性。比如说这里六七八六七一四啊，透过八一四能导引进入法性嘛，好像一条管，我们称它意识流哦，一条管啊，接通一法性，哎，我等一下哦，一接通自性即因的出现，哦，自性即因自性即因已经进入法性了，啊，你的五官意识哦，就全部注意自性即因，瞬间就好，它不会说拖拖拉拉。嗯，你现在当场给他实验啊，哦，这些有他说啊，现在这个问题不是现在这个肉身问题，现在靠你的法性生活，哦，你现在依你的程度，哦，你们依你们整个程度，你也自证其身了嘛，哦，不要五官意识绕着这个肉身啊，不方便啊，这个是正常，这是正常现象，已经到这个地步了，现在进一步突破这种生活，哎。第三，我们自证其身哦，你思想在里面，从对抗开始，现在自证其身有出现吗？有。我们常演的里面，我们这威斯汀常演的自证其身，你现在的服装站在你家门口哦，这个很正常的话。从你家门口，你的意识流，我现在意识流透过那边了哦，意识流在那边，因为法性它无所不在嘛，常住嘛，为什么？现在在你家门的路的门口哦，就你要进去你家门口那个马路的门口，是哦，不管那里偷草杂，你还是站得住。嗯，现在的服装你也一样哦，跟着走看哦，意识流对看，从那边看过来，有确定哦。嗯，这个都很重要，30年跟他耳机交的哦，然后站在那里那个感，现在是活生生，是炯炯就是气昂昂哦，他站在那里。是脚站着，你自己有感觉？这里有，这么问你这里有感觉吗？有。你现在要靠意识流生活了。嗯。
过着一个非常完美的生活，可以突破哦。啊，你，走进门，一样在走呢，脚呢，这时候用脚呢摸墙壁，这里那里在摸，这里感觉啦。所以现在透过日正今天的生活，就是你的生活了，这样表达出来。是哦，能对看就能产生，哦，它在无所不在，不仅在你家门口，在。好，我们常说说，瞬间又到孙悟空，喜马拉雅山顶峰，哦，白雪皑皑，哎嘛，有冷的感觉啊，空气稀薄啊，这里都感觉，要你要完全那边表现你这里的感觉了。你现在活着，进一步的生命，你要探讨这种生命取代你这一生的哦，没有享受到的生命，哦，什么都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甚至超越正常人。哦，那现在我在。跟着我的声音，这样有的话，那你生活就会真的正常，就靠那个生活。你这里也在生活，因为我们人的生活是靠这个灵魂，是气。你坐在这里啊，你如果思想没有在这里，你不知道你坐在这里啊，好像一个空盒子一样而已啊。所以庄子公这是功绩啊，哦，灵魂的功绩啊，真心的住宅，主宰的功的住宅啦，哦。有一天离开了，哎，这个离开，哎，你现在先离开你家门口，站在你家门口，哦，哎，可以暂时回到你这个肉身，你是遇到这个肉身，遇到了光，所以你今天有自见其身，你的法性起作用，所以你有自见其身，这是我们像你暂时也来和我探讨这些的一个关键嘛，重点就是对看了，已经对看就是永恒了，就这么简单了。不管你经典理论怎么讲，还是自见其身法身呐、啊，是。那你有法身，碰到肉身有在，有时候他主动会那个，那你敏感度够的话，会想到法身。这个一想，五官意识一想，哦，他意识里穿到接触到法性，接触法性要靠阿赖耶识来穿梭，接触了法性的，哦，接触法性才是起作用，啊，法性就流露出法身，你的生活就这样一举一动都。透过这个意识流传到你这个肉身，所以那里的感觉、走路的感觉，你从来没有经验的站在虚空的感觉，都很正常，照样呼吸，不受影响，这超越一切阻碍了、气候了，这都超越。哦，什么空气稀薄，什么那个都无作用啊。在哪里都可以，在你家门口一样道理。现在进几步需要用，自证其实目的是要让你用，自证其实是要用，而且我玄佛观是相。啊、大字是体，哦，你透过这个体意识光遇到这个大字的，哦，然后他透过前后光，哦，这样跑过来，那你怎么能进到处理？重点我没有提到，就是现后光运作，我只是从来没有讲，处理要靠现后光啊，啊，他掌握所有的相，宇宙时空所有的相。可是我没有讲、啊、就在那边，我就这样讲而已啊。啊，这样，你有看到现后光吗？有看到现后光，带着你哦，你在现后光中央这样穿梭，就哎、欸，他把你带到那边了，好像一个吸力自然机器的。那、啊、你自己不知道，我没有讲，看不到啊。哦，原理啦，我要讲原理哦，因为你很少见我，要跟你讲详细一点哦哦。啊，你看摆在，你现在正常吗？现在正常。很、正常哦，你看。嗯自证其身，你看站在胸，站在呼吸空气，你这哦，站在大喊，很高兴的样子，望着大、啊、浩瀚的，望着天空那么广。而且那个，像我又在吸气，也可以吸比较大口。你是什么？吸气可以吸比较大口，就没有那么喘。现在吸好像也是在这里一样吸呢。对。那边所以这边可以，那边可以取代这边。这边等于那边，那边就是这里，这里就是那里。这个印度教讲的讲，最高的境界，我就是那哦，那个意思啊。我这边就是那边，那边就是这边，啊，就达到你30年没有白费时间了啊，因为你很少见哦，很不方便啊。这个时候，哎，这个取代你所有的活动，自身你的自身其实很非常重要，像我的分身。哎，我完全看他，我的活动他传过来，有时候没有传啊，有时候他会 pass 过来。啊，你想到自己的
哦，那能够想本体的，你就想到光的时候就逐渐提升，就把想逐渐提升等于，哎，马上五官意识接触到这个法性，你马上起作用哦，而且你的行动什么，一直像正常人更超越哦，瞬间在海面上，但在海上，你看不会沉，你看不要说空中海上哦，你看水都进到你的脚，有感觉吗？有，沉下去。不用呼吸，不用氧气，一样在水一样活动自如。这法身的意义在这里啊，重要，而且你这里可以享受，你期待你现在用这个生活来期待你一切，包括你要什么要什么，你时间所幻想得到，它你实现，而你在这里享受这个躯壳享受就好。你的灵享受也是灵魂在享受啊，是，这灵魂的哎呀，所以一般成就这种道的人，或者有谁那个。都是不知道啊，小孩子哦，我看到他进这眼看，还有人没有那个，最高兴的就是灵魂呐、啊，是吧？灵魂很高兴的、啊，因为他全部在掌握啊，真经呐、啊，哦，庄主公真经呐、啊，嗯，澳门这个壳有一天没，哎，你的意识既然能在他那边了，哦，100岁以后，自然哎，那个就是你有现在的思想，你的意识也就在那边了。因为法性呢，意识是衔接相通的，是啊，哦，所以内层来讲，5、6、7、8意识哦，然后透过第八意识为主体的要穿梭法性，法性也代表本体的、啊、真如本性啊，因为它是体，我们是针对法性哦，有法性哦，才能和显若光衔接。刚开始是天人合一，你看，哎，自然的想什么有什么，想什么有什么，哦。这属于天人而已，天人合一，但三位一体又不一样。哦，三位一体的，那个含这个含这个，结构光、大日、哦、照明镜这些哦，一系列的天光光这系列，就三位一体。能三位一体，你从五关是能穿梭到三位一体，透过真如法性，然后穿与它共同体性衔接，这样你就可以眉心放光啊。啊，没信号不是说哦，讲没信号，那你就没在。他看到我也看，当场也看到，这样才算哦。你说你没信号，我也听过啊。有人说没奇怪，怎么没有看到，这样不算。不是说我很厉害，我同时看到。因为他 pass 给我，我就看得到啊。哦，啊，现在刚开始就是说，哦，意识日系流对看所有意识流，你的五官意识和你的法性对看。哦，和你的本体对抗，那个意思，这在根本觉得叫天人合一的。有自见其人是天人合一，哦，然后自见其人在衔接天光光大日这样共同体性。那这样你五官是在哦什么什么天光光在那里，大日在那里，天光光在他喊他喊得动啊，啊这个时候你已经没心放光了。啊，没心放光不是从我们里面哦放出来，不是没心放光是大日。哎呦，他你看到要他然后转停在你这里，怎么一个外在客体与你相应，与真如它代表掉就在停，不是从里面发出来的，那如果是天人合一的话，额头放光哦是天人合一，那是从里面发出来的，哎，热的开始会放光哦那个意思是哦，那你这个是。五官意识，这个肉身的问题，器官呼吸，这个我觉得身体障碍，这个是在哦，所以你找一个最好的出路，突破，哦，过最好美好的人生，到现在到100岁之前，把它活得很好，从这个开始，从自证经，你想什么，它跟着你做，哦，你在那喊，在那叫，在那什么都可以，你现在是在海底，海底，两个，活生生像人一样的，不是现在的身体呢啊。什么哈？有，那你把它想自己很壮哦啊，海底那种感觉都有。虽然你没有去游泳过，可是感觉游泳哦，都很活生生啊。幻想出现了，旁边有一个最美女，你幻想中的偶像，哎，陪你游泳，随时出现了，你天都黑啊，不要用啊。所以自认自认是要用的，是你这个人有自认自认是要用的，不是说哦，境界很好，什么那个美女，对不对？啊，用这个时候用在你生活，感受哦，透过你的灵魂享受，享受嘛是灵魂内在层面的享受，
你如果你感觉不好什么，你不会享受啊。肉身不会，肉身是被动的啊，享受是内在一个你的思想，你要感受哦，你才能享受啊。还有感受就是五官意识就是在感受啊，意识流在感受啊。哦，我痛苦，我悲哀，我快乐，我幸福，嘿，也是感受啊。哦，是。我、哦、所以这个肉身没有关系，哦，已经这样，那就一样一样可以超越人的生活更完美啊。哦，一样可以哦，比变成最健全、最帅的哦，这个彭世奇，然后哇，真的。横扫千金，哦，一样，啊，你也一样，跟这个一样，哦，变偶像变什么？哦，你不能说我、哦、很保守，哦，怎么样？保守是很好，保守是乖的意思，实际上没有乖的，实际上大概说不乖啊，实际上里面都不乖啊，自由自在叫做不乖，随心所欲，不受传统束缚，不考虑到别人怎么想。你才会束缚自己的行动，叫做乖啊！啊，在今日实在是自由自在的，还有什么乖不乖？实际上没有对不对哦，人世间才有。所以现在五官意识，我对他讲的就等于对你讲的哦啊，自己变自己那个哦，不管哪里，天上天下海底哦，山上什么空气气流都没有影响哦，有大气压，有气流，有平流层，一直往上去。它在穿梭次元世界都可以穿梭，你知道个平行宇宙能矗立平行宇宙，你也可以呀、啊。自证其实像你这样超过，你看很高的，你站在很高的地方呢，看不到哦，很高很高呢，更高更高，看到天光光，不是我们看的光，它是立体哦，像建筑物很大，哦，非常大广大，两个建筑物很宽，头。一个观，我们讲天观哦，你看，大智也在里面的，玄佛观也在你前面动了。我的照片常常有嘛，玄佛观哦，大智是体哦，玄佛观和它是一体两面哦。玄佛观动起来的话，你看到你在大智里面，有，你看得非常清楚，而且这个时候是自证其身的你哦，不是现在的你啊。哦，那、啊、你一看到现在大日很高很高的地方，看到都看得到你自己在大日里面呢。有、嗯，这个时候你看到在大日里面，仙罗光有转动的话，哦，你现在直接看你后面就有圆光。有。哦，圆光，而且很亮，很亮哦。有，很亮。嗯，很亮。这个进入法界开始就会起作用。哦、啊，你人生要把它活得好，就要用你自见其身来活，来生，哦，很完美，达到那个自证自善自美那个老子那个境界，嗯，不可能，不，绝对是可能。哦，有了这个自见其身就可能，没有自见其身就是不可能。哦，你也超越什么明星啊，女明星都把它超越，活得比他们更完美，而且没有障碍，没有变卦，哦，很安定。平稳和平，没有吵架、嫉妒，什么都没有，非常幸福啊！人间净土啊！你们两个现在急着要实现这个，哦，人生才不会哦白来啊！自证其身能带给你，因为它摄受到光体才能自证其身啊。哦，摄受到你的真主摄受到光体，你真主才能变啊，变成自证其身。所以你想变什么哦？比如说你想哦变那个。美女，看你游泳哦，你看她一样，有人活生生的，都不用空气，不用氧气，一样游的在水面一样，也可以飞起来，飞到直接飞到圣母峰哦，8000多公尺没有空气的，很稀薄了，不是没有，5000公尺就很稀薄了，不影响，这些对这天气什么都不影响，轨道了什么运转都不影响，这是无所不在的，无所不在的理由啊，哦。因为光体本身宇宙光明体就是它宇宙天光光在那里就在那个范围里面转啊，啊穿梭来去是要靠旋涡光，嗯，你要到海底，你要在那个，因为一定有旋涡光把你处理出去，所以一旦从这里处理，从肉身处理出去，一定要旋涡光出现，啊，只是我没有讲，
我只是说，哎，你在空中，你在山上，你在海底，我在讲，哎，天父会帮我做，为什么帮我做？因为我三位一体的，三位一体在那喊，从我这个五官意识，然后喊到那边，他会配合我。哦，啊，你如果天人合一，你喊不动天父，喊不动他，他不听你的。哦，不是不听你的，这里还没有衔接的。哦，所以这个意识与衔接很重要。嗯，很重要。哦，所以你现在开始，你开始试着这样的生活，我要过着什么美好的生活，等等都可以，天使什么都可以哦，天使什么那个都非常简单哦。现在有理论先告诉你了，我小时候不知道，像我那大道之前，我什么都不懂，那怎么办？那很少人讲这，这都搞不清楚啊，怎么在这里，怎么那里？不可思议哦。所以这个时候开始生活，我的重点告诉你说，这个一定要生活。可以生活，哦，超越皇帝、超越皇后那种生活，超越人世间所有美好的时候，只是你不知道怎么用。啊，有自见其身才能用。要记住，自见其身要让你自见其身，要让你用。你用的美好，达到自乐、自善、自美，你的人生就美丽，就成为人间净土。哦哦，活在这个非常美丽的世界。哦，没得个遭哦，天国很远啊，极乐世界都不用，当下就是极乐世界，当下就是天国，嗯，就那个意思。哦，关于显化无啊，你有接触到无？所以从天人合一开始，哦，自见其身是表示你天人合一，可是你还不会用，哦，还没不能熟能生巧，他会带你用，可是因为你人的个性，哦，有的执着，有的认为这样，和他合不来啊，和天人。那你的自见其身合不来啊？但他表达什么？你要注意他观察力、速度哦、敏锐、敏感度，你就掌握得住啊。嗯，啊，一般人自我意识很重，都以自己的做标准。而且他在表达什么你不知道啊？哦，就变成这样哦。所以你进一步把它突破哦，就直接哦，把你自见其发挥在你自见其身上。那怎么回事？现在正常嘛？哦。正常啊，正常啊，就这样哈、哦。自见其身在掌握的时候非常非常，以后在家里碰到不，马上自见其身出现，他负责他负责你的一切，包括生命永恒的生命，哦，你自见其身就是永恒的意思了，哦啊，最好在100岁之前，当下你哇享受真正的人生，超越、哦、我竟然能享受比那个哦荣华富贵的人还幸福哦啊，这绝对可能哎。实际上这个很困难呢，只是我没有包装的，我后来你们才发挥应用，好可惜哦。不知道这段时间会让我们身体马上突然间改变哦，舒服，它可以改变啦、啊，功能很大，我们不知道用，啊，这样干够哦，一直传就满地飞的了，对吧？那个意思啊、哦，有什么问题我先讲到这里，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大家探讨啊，研讨会。跟刚刚讲那个。反正就是我今天最想问的问题，因为最近就是那种身体很不舒服，然后我自己有一些带动，哎，好像有，又好像没有。然后你会有两个节奏，一个在分身那边，一个这个肉身的痛苦，还是在两个都存在，没有像刚刚等着一讲，那个节奏整个就传过来。马上就转过来啊、哦！就它很快就转过来的，缓解哦。你那时候有稍微体会到啊不？不哦，没有给它扩充。有去想，但是就是说没有办法完整，就是会有两个节奏，痛苦还是痛苦啊？转不过来了。转不过来，对对对。啊，现在可以吗？比较顺了、啊。比较顺、比较顺。就试着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呼吸，那个很舒服，而且觉得，哎呦，人生充满了美好那种感觉。它会输入这些啊，自然会输入这些啊。这种思想，哎，奇怪，我没有什么那个什么，今天特别那个哈，那种感觉能保持住，就磁场和自身接触，哦，对。所以就是不舒服的时候，反而那个意识哦。一直在想那个不舒服，所以就更不舒服了。我发现是这样，就你身体不舒服，
哪里，比如说会痛啊，会干嘛？哎，你反而注意力就一直注意在那个不舒服的地方，所以反而就想的时候就不清楚。哎，那刚刚本人在讲的时候，完全注意到分身的时候，那个觉受很快就传过来这样子。所以把它保持能，哦，瞬间能那个哦，啊，意识流就像进入自证觉知里面，哦，随时哦，比如你看到自证觉知，你把它变成对看的味道，你看你自己坐在那边，哦，一直在好像你就在那边的，就在自证觉知里面的，这个意识流可以穿梭宇宙时空任何一个地方啊，你是要靠意识流啊。啊，意识如果穿梭到，哦，天方光大日，哦，现佛光，哦，那你真的好棒了，哦，那、啊、现在你还没有穿梭到那边去啊，意识只是让你体内这样，哎，哦，不知道怎么应用啊，哦，所以你进一步就首先就自证即认真出来，哦，然后又看他，你当做很亲切感，那当做是你的父母，你的很亲切感，你不要当做陌生，他就是你呀、啊。哦，而且很自然，就那个，哦，不用什么，你请教他，怎么请他帮忙，有时候就会出现，哦，那、啊、有时候你不请求，他自然会帮忙你。生活心境，哦，人生的喜怒哀乐，他都可以掌握。哎，庄子的书写得很清楚，哎，他在主宰你呀、啊，我们叫他主宰，对不对？啊，我们不知道他在主宰啊，都受这个环境、人生的环境影响。大多苦多于乐啊，不要再好也觉得很苦啊，对不对？觉得活着还天天一样啊，哦，天天一样，天天吃饭，天天睡觉，天天生活这样久而久之就觉得不耐烦了、啊。它里面产生新生命，就有新生活，非常完美。它可以给你，不是创造，它可以带你很完美的世界。瞬间二，你现在常常演练这样哦，这个是很平常的事哦。哦，啊，你因为比较少听到，变，不，你的思想有自证其真，是自证其真会帮你变。哦，你想什么？因为你意识流接触了这自证其真的，你思想用人部的思想、五官意识想说，山河大地、河流、草原，我、哦、这些全部出来，河流很宽阔，很广，清风徐徐。河流，你特别注意一条河流，河流的水，你看起来都很有生命力，哦，有鸟，有蝴蝶，哦，两旁的树，青翠亮丽，都没有肮脏的感觉，空气很清新。你在那个河边，哦，散步，你看，散步那个感觉，你现在有吗？对啊，你从来没有走过，你现在可以试试走，也一样有吗？这个我镜头阿袂样用做无菜，哦有哦，你看啊哦，在河边看着河流，你看哦，好像都是你的朋友。里面河流、草原、小草、树，都是好像对你很亲切感啊，没有人间的、哦、互相排斥，没有，里面都是和平安详啊，对，哦，啊你沿着河流走不尽的河流都是美好，啊你人享受在那边，你这边跟着享受。哦，不影响你的工作、吃饭、人生的生活。哦，你看，人家在散步，有没有很悠闲的那什么心情都表达不出来，自证其真的心情表达出来。你一样穿现在的服装，在河边散步，慢慢走，很清闲哦，无忧无虑，甚至两只美丽的小鸟还躲在你旁边，对不对？还在你面前走，挥来挥去，好像看你唱歌给你听，你看很清脆。哎，那个小鸟，你手伸出去，自证其实它就停在你里面，有感觉吗？对呀、啊，一样吗？啊，这一只要停止，另一只小鸟在里面，哦哦，它是你的朋友啊，以万物合一呀、啊，哦哦，非常哦，啊，那个沿着河流，下面有河流的水很清澈，偶然鱼呀、啊、跳出来呵呵，跳出来，你看哦，又跳下去了，嗯，又飞进去了。啊，河流很清澈，见底哦，很鱼啊，哦，那、啊、慢慢走，慢慢走，风吹啊，你都有感觉。啊，这个你境界达到这里，你不知道享受清风、空气、
那个都是享受啊，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前面是山啊，重重叠叠的，越来越高，哦，很漂亮。那你瞬间河流要走到那边也是要很远，瞬间就在山谷上了。山谷悬崖峭壁那个地方有个空地，悬崖墙壁看着谷啊，很漂亮，瀑布，瀑布谷啊，还有谷的两边那个岩石啊，哦，还有树啊，那个美不胜收呢。那个用言语没办法笑，你当场看的人才会觉得过瘾呢。我们用言语形容不出来了。哦，你看那，而且很深很远，整个山谷很远，无尽头。人间可能还没有这种地方啊，思想意识可以变这样，你看这样，活生生的石头就是石头，你在那自然之中摸墙壁，摸那个岩石硬硬的，还会刺刺的，它真的都一样啊。摸摸树哦，你看一样，树就是树，你摘一棵树叶，你看树叶，你自然之中，你的自然之中把它咬在嘴巴一样，连树叶都很好吃的。很干净，哦，很好啊，沿着这个河谷你就走不完，河流也走不完，河谷也走，山谷也走不完，哦，无穷尽的美好哦，哈，所以用这样去形容你自己。那你一个人觉得太无聊，你五官意识来了，一样被你和你游泳的那个出来，或者你要换一个也可以，因为我看你也是喜欢换来换去啦，哦，一个不够。你曾经24个啊，你那24个变出来，哦，有，都是比当代最美的，对呀，啊，你不知道，这些其实等于你，哦，你不要考虑现在的你，因为你是提升另一个宇宙的你，哦，这、就是地球的你，那个是另外一个宇宙的你，哦，就这个意思，哦，啊，陪伴着你，你看，活生生的。24个，其实随便一个就好，先缩减一个就好。太多了，太吵杂了，觉得好像很麻烦。一个就好哦。你看那你在山谷，那自然那个路自然开，山谷上的岩石峭壁都有山谷嘛，都有还有路可以走，它自然有那种路，你想什么，它自然为你铺路。你那个一起游泳那个好了哦。你脸有清楚吗？有清楚，哦，漂亮吗？漂亮。哦，你看他牵着你的手，有感觉吗？有。他让你牵手，你这里要有感觉。有。哦，那你牵手就很有，牵着手会感觉好像是你的亲人那种感觉，情人呐、啊，哦，那种感觉有没有那种感觉也是马上要出来。同样牵手，有的有感觉呢，有的很痛呢。有的很不舒服了，他觉得你觉得很温馨，觉得好像很温暖哦，一种有情人的手啊，一直沿着曼谷看着河谷走，哦，你看气温多好啊，这个都是幻想成真，叫实相理想化，这不止生活化，这也就达到你的愿望，满一切愿。因为你意识光，我们引用经典，因为你意识光无所不了，什么都可以的，知道吗？他有一句话，意识光无所不了，什么都可以，就是这句话的意思。而且怎么可能呢？什么都可以，因为实相，哦，因为你的自见其身后面的光体赞助的，光体赞助你有这种体性，永恒的道体。哦，啊，如果主自证其身不会用，啊，等于没有啊，哦，那个意思，所以你要发挥你的自证其身，来展现出你哦生命的享受、生活的意义，哦，从生活的意义又展现出你生命的意义跟价值啦，懂不懂？哦，所以你试试看啊，哦，啊，人生到活到100岁而已啊，啊，你到这个全它里面就一直这种生活啊，很完美，变偶像、变水、变。哪一个都可以，你看欣赏哪一个都可以，你也一样，哦，看你要变谁都可以，哦，你现在想出你变你的偶像，而且对你很亲切感，就在你旁边吗？而且他轻轻叫你彭千华，然后彭千华不亲切，
他会叫你要你滑滑，彭那千有华可和千华和华又不一样了，好像在写情书啊。哦，嗯，彭千华好像要做什么？彭千华好像要做什么一样。对啊，对你那个声音对你很亲切感的哦。他是你给他要求都没有关系，你不要把他，那个是你的本体变的我知哦。道，你说你可以陪我吗？哦，这样随便问他一定回答你，他回答你就准哦。我不能叫他讲，你问他看，你心里用心也可以想，他都知道。有，他说没回答问你什题，么？没问题，没问题啊、哦，你问陪我啊，你照顾我好吗？我今天问这类的话，因为我不方便哦，你照顾我，也都知道，他都知道，但是你本体怎么知道？对，你隐藏在你内心，你都不知道啊，没有把它显化出来啊，没有显化出来，在庄子的眼中叫做终身碌碌不见其功啊，他做无形财、无形相啊，无功。啊，你现在有功了，他帮忙你，那什么真君帮忙你了，过着完美的生活，他可以帮助你，完美的生活，而且最可靠，他不会变心，你看，而有，且很亲切感，对，而且把你当做最疼爱的人看待，偶像呢，男生呢，而且你看起来就很那个，你看他轻轻亲了你面颊。有，对呀，所以你幻想把它幻想出来，绝对可以实现。哦，你没有幻想，没有幻想就不能理想化嘛。哦，实际上在人听来是不可能的啦。啊，你现在实现了不可能的日子，不可能生活，啊，永恒也是不可能，它实现啊，怎么不可能？就是有实现，实现困难啊，没有实现，当然永恒就不可能啊。啊，佛教花了那么多精神，几千千年了。你看，你看哪里的佛教啦、寺庙啦，你看那个要僧尼，从小小僧尼开始要随佛，要到化身，根本都没有。可是浪费很多精神，读经典、上藏经典，不管南传佛教、北传佛教，哎呦，你信哦？对，林志忠最知道哦，那觉得有自证其身，你要立马不换了，我自证其身吧，即使看到有偶发性啊。就更不一样了，不能掌握说透过它来享受了，精神可贵，听到请教请教，精神很可贵，就是为了探讨法身啊，佛教教你要有法身啊，他从读三藏经，从佛经，甚至抄写，甚至用寺庙表达出来，刻文字，用这样些来表达，很多寺庙精工细致哦。三头雕佛像那个精神化很多啊，可是几乎没有实相。哦，那个意思，实相一想就有啊。哦，你要跟一个金碧辉煌的宫殿、佛寺，悄悄不管缅甸寺的或辽国寺或泰国寺的金寺，那尖尖的那个屋顶，马上出现在山头上，哪一个山不管，很漂亮，金碧辉煌。你不用去盖，你用变的就有。你出现在门口，出现在门口，你看，然后你就站在那个门口，你有站在土地上的感觉吗？走进去，你看佛陀的像每个佛陀像都不一样。你看金碧辉煌，看起来装潢，很壮观啊，很壮观，没办法形容。以为这个飞机哦，你飞机还快哦，金碧辉煌哦，外面的风景啊，山呢，不知道谁可以活在那里呀、你也可以活在那里呀、当然，活在寺庙比较不自在了按寺教我住一起很痛苦呢，不自由呢。你向道的话，说接近寺教我，没空痛苦了，很不自在了。没空睡觉了，和星云法师住一起，你就觉得很痛苦了，因为规定太多啊，一定要守规矩，要怎么怎么，但实际上没有这些了，
哦，我们针对是实相来讲这些，你看那个也是实相啊。嗯。那世间有金碧辉煌的庙，这么好啊？没有。教堂也一样啊，你看教堂，西洋、土耳其哦，伊斯坦堡不是很多寺庙，非常漂亮吗？随便寺庙都出现三间，土耳其也好，寺庙也好，西洋式的教堂，有哦，很高，都是尖尖的啊，不是雕刻边啊雕的昂啊，十二门徒啦，都是歪了哦，对吧？啊，缅甸的辽国。雕块像那佛陀的故事了，那么喜欢，那个文化还叫做文化，哦，啊，真的是把它变出来，但真的都一样，可以活在里面，可以稳定它，不用离开。哎，真的可能呢，这个就是满一切愿，为什么？因为一丝光啊，哎呦，因为你一道光才能这样。它其实宇宙它都可以变啊，哦，比如说我们看天光光，哦，出现了，哦。你看这看的范围，它的范围，刚才做教堂，西方的、东方的，你看哦，你看，延伸上去，很高很高，就是天光光，它两只翅就变成金碧，金啊，金色的建筑物很真金哦，把你刚才教堂就围在它周围里面，有，很高很高，只是看到它的脚，就我们平常讲的丘丘哦，变成立体的。建筑物，它这里的欧洲这个教堂，它这里东方的教堂，它这里哦，南传佛教、缅甸辽国外教堂，应该微调的地方。上看看，哇，气势，那个气势，你看，地方天光光的气势，宫殿式的地方也天光光的形了。我们看它只是光，宫殿式立体的。你之前其实怎样？摸那个黄金色的黄金啊，那个是纯金的，啊，999.9呀，是吧？嗯，哦，你看就这样哦，都可以变，嗯，都围在它里面，哦，哦，法界也一样，法界也是无所不在，不一定要是，哦，不一定要说哦，要去进入天其他世界虚空，其他你能自证其实就进入其他虚空，哦，无所不在嘛。上上下下，哦，啊，庄子讲的上不以为高，下不以为低，六级一在你变化都整个宇宙无所不在啊，哦，没有极限，怎么讲？啊，那是自由自在，那叫做无空间呐、啊，没有空间呐、啊，哦，随时有啦、啊，也没有时间呐、啊，哦，随时都可以有啊，你记，哦，哦，哦，你现在是哦，有啊，都看到，你有看到吗？那天空那个全部黄金做的，一直高到超过飞机的高，超过10000公尺。你看，都是一般飞机高。你再看下面，你的视觉在天空光上面看下去，嗯，俯视，你说可以啊、哦？可以，程度都很好啊。哦，虽然算你应用哦，对，你两个有境界才听得下去的。这我的共建人讲，我自言自语的。啊，有程度我才讲得出来啊，啊，可以带动的出来啊。那、啊、你以后就顺着这个路，顺着这个带动方式，自己演练，自己带动自己，享受自己。哦，立马功练习，你觉得这学生做功课下，不要那种态度，我才享受宇宙与天人合一，快当形成三位一体的，哦，一个目标啊，久了它自然就会自己会产生出来啊。哦，这种功能不是肉身五官意识的功能，是自见其身的功能，起作用它会一展现出功能出来。所有的境界，你的境界，所有人的境界，包括我有什么境界，没有境界，都不是人的行为啦。哦，大道之行有学道，哦，都是阿赖也是灵性法性的作为啦。哦，嗯，肉境界所展现都是你灵魂啦。你阿赖耶识以上接触到灵性展现的境界了，你肉身只是透过意识去享受而已啦。所以我们在引用讲的保罗啊，圣经的保罗讲那个耶稣本身医病神迹不是三，一共肉身没有功能，是上帝的功能。你是讲上帝那个本体啦，哦，嗯，对吧？哎，那个功能哦，哎，展现有点那。
有了今天你看人肉身不知道、啊、都是这些疑惑啊，因为你没有去注意到的功能啊。啊，有一天你注意到的功能，哎呦，他等于你，你等于他、啊、所以等于你的功能啊，都不分开啊，你就是我，我是那，那是我，宇宙的我就是我，呵呵，这都是一体啊，啊，这个天人合一，对吧？哦，这个意思，哎，啊，现在还讲什么？自由，哎，还问，哎，讲什么都可以讲。哦，好。你还问什么？没有，就是说，像我刚刚带动的那些啊，有一些我其实我平常自己有带动，有带动，像演那个山河大地啊、河流啊这些，哎，我最基本的，最基本的，我还蛮常去带动这些，就是说，哎，但是就是说，其实这个问题，我本来要问，本哲刚应该都已经回答了啦，啊，我本来要问的就是说，哎，我自己带动有时候就是，其实就是注意力在自见其实那边的还不够多，所以说会有点，有时候会有点断断续续的，不是可以那么的随心所欲，有时候是你没有想，哎，他突然间就对，有时候自己会出来，就认真正主动，他那力意识流主动的，你自己想就有的那一种，都是一样哦。对，有时候你没有想到，他帮你想，有时候多出来都是你没有想到的。哦，因为他知道你想什么，那、啊、他会增加你什么，你都接受，按过来过，就是顺势。哦，不要，我没有想，没有看到过这个，没有看就是顺势，就把他想到你的自证其实变给你，流露给你的，他开始开展你那个思路哦境界。那、啊、你如果直接在五官是在那里绕，就是到一些人世间的生活啊。对对对。哦哦，我、啊、你今天本来就要问这些啊。我本来就因为就是说，当你人越怎么说，就像我刚才讲的，最近自己就是身体很不舒服，越不舒服的时候，你又会去思考这个问题，我要怎么样突破的？啊，就说我要突破这个不舒服，哎，那时候就是哎，可是我自己在带动的时候，就是没有那么的顺畅。就是、哦，还没有顺畅，就啊，刚才我带动比较顺畅，对，连线没有那么顺畅、嗯，也就是说没有办法解脱掉原有的、这个。你这个问题就是刚才我讲的天人合一、三位一体的问题。刚才你自己带动叫天人合一，是，我还没有滚熟，还没有滚熟，就有时候就有一点瑕疵不完整。对对对，啊，不然用天用个大字来带动，用个天光光，属于天光光那种。用三位一体来带动你，所以你很清楚啊，在懂啊？是是。所以天人合一和三位一体是有差别的。那是不是我自己在带动的时候也要观想？你们讲观想这实际啦，这修炼的味道。因为带动的是自证其身，伊在给你辅助哦。啊，你五官是的体型，自证其身，伊给你目标接触那个天光光、大日、现我光。你现在开始动的时候，先接触现肉光。比如说，你以前能看到河流，那、啊、你只是看到啊。你这个河流是让你的自见其身，你的本体播给你看的、啊，不是现肉光带你去的。进一步又不一样哦。你看到现肉光带你去，看到以前看的河流又不一样。哦，你以前看的河流是这样，一样嘛？哈、哦。来，现肉光出现。现肉光出现，带动和你看的合理，看有什么不一样？现肉光有河流，旁边就是七宝。我自己带动的，旁边就是树木花草比较多。哦，那现肉光那个河流，不，哎，有看到现肉光吗？有看到现肉光，有看到现肉光啊！你这边查别你自己思想带动的，自见其身带动的。我们的思想因为和本体法性连结的，所以要归自见其身帮你带动，要天人合一部分。啊，你要玄肉光带动，三位一体给你带动，更广大，更不一样啊！你慢慢去，你可以体会啊。那所以可以连续性，我还是注意力放在
之前其实那个不是现在要处到五官意识去了，我还是要注意这个是你五官意识啊。因为五官意识尽量不要滚，你就注意你的自见其身，他会帮你处理的。Okay. 哦，但是你想象中要存在的现肉光、天光光、大日，不是去注意它，注意它你注意不到。你要注意它，也是要自见其身去帮你注意它，用障碍住啊，帮你相应。那、啊、我们是负责享受。哦，五官意识不能直接通到这个天光光去，都是要透过这个。灵性，阿赖也是有流通啊，你有见解啊，哦，阿才会当迄个。通常想就有是属于天人的一部分啊，想就有是自证其身帮你想就有。哎，我想合理想什么都有，就天人的一部分。哦，可是一直在那个境界还是有差别，但是也是境界哦哦。所以是不是说天人合一的那个部分，就是我们常讲的那个四谛？是这个意思吗？你叫什么？四变。哦，四变，自变之间不是四变哦，自变之间属于已经成道体哦。四变的用平常，哎，我要四变。我是说刚刚，比如说山河大地那个出现的，就是属于四变。哦，那个属于四变。四变哦、你那个是天人合一变的，那属于你意识变现。我想要看天人合一四变。啊，那还有一个问题说。你还没有想到而自己出现那个就不是四变，没有想到就不算四变，有想到想就有一个四变，哦，没有想到的哦就不是四变，哦，我等一下你没有想到，哎，天公把你的哦阿公阿嬷找来了，哎，你自己不知道啊，对对，哦，他认为这个重要，啊，你没有注意到啊，啊，四变，啊，我想我的阿公阿嬷就变出来，哎，他见你的带着笑，那叫四变。哦，没有意思，没有想到，如果阿公阿妈没有想到自己跑出来了，哦，那个就这些大师他们帮忙的，现后光，现后光，可以哦，这样可以哦，可以，看他为什么都可以。其实刚才听本尊在讲，就是我就觉得我自己之前是觉得，如果人可以在病痛中啊，或者不舒服的时候可以解脱掉的话，这就是很有福报的一件事情。那我自己就是有一次这样的经验，就是像因为我生理其实都会很不舒服，然后我每次都是几乎都是要吃止痛药这样子。然后有一次我就在床上，我就想说，哇，如果这个痛可以解脱掉，不用止痛药的话，那就会有多好这样子。然后我躺着，就突然看到一个玫瑰园，然后自己的法身就在一个像秋千的长椅上面，然后就闻到周围都是玫瑰的香味，然后就在那里，就好像自己就躺在那个秋千的躺椅上，然后就晃啊晃啊晃啊，然后闻到都是玫瑰的气味这样。然后突然眼前就出现一杯看起来像是冰水，那就觉得很高兴，因为其实我们家都不太喝冰的，等看到冰的就觉得哇有冰水，就觉得很开心，就一喝它就是那种荔枝的味道，可是又有淡淡的玫瑰的味道，那就觉得又有花香，然后又有微风，然后又喝着冰凉的水，那时候心里就觉得很心旷神怡。等我再想到说，哎，我刚才肚子痛的那件事情说，说它其实就已经都没有痛了。我喝了那些药就没有痛了。就是在这十相境界里面，好像那些东西就真的就解脱掉了，这样。就那一次就自然不痛了、哦。对对对，等我再想起来，哎，我刚才肚子好痛，可是就都没有再痛了，这样。对。对啊，只是我不是每一次都可以这样子。就是偶尔它流露一次，偶尔它流露出来就好了。对对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如果真的可以每次都这样的话，那真的很有福报。对，那个里面有时候你在肚子痛哦，嗯，那一出现你喝那个冰水自然就好了。对啊，很奇怪，就是不晓得，因为你没有想到啊，本体变了啊，对对对对，它突然出现冰水，你没有想到的，本体就变了给你。对啊，而且用你人的方式习惯性让你喝水。对啊，就变又很想要的东西。能这样，能这样。对啊，就是那要怎么样让它，还是就是
随缘，就 不能说随缘。嗯，你就平常哦，你除了你的生活习惯，你的生活要做的事以外，嗯、吃饭不影响你，你时常想到这个境界，从你想就有开始想，然后它会加下来的那个是本体变的，你先用你自己变的，嗯，事变的，哦，你想到的是事变的，对，那就你变，哦，我想去玫瑰园，我想去，哦，哦，薰衣草园都可以，全部紫色的，哦，嗯、哦。所以你变，我现在讲马上有嘛哈？有薰衣草园哦，你看风吹着薰衣草在摇晃，然后你在薰衣草、嗯、那里哦，对，随着它起舞这样走，在玩着它哦，有，对不对？嗯、啊，然后薰衣草的近端有一个小木屋，有，一样你躺在摇椅上，我、哦、用幻想的，嗯，用幻想的叫四变，哎、嗯，在幻想的时候，突然间来一个冰水，你没有想到，哎、嗯，那个就是本体降下去的。嗯因为你在思辨的过程，本体都知道你在变什么啊。哦。哦，啊，你多接触它，自然就合一的更好啊。嗯。哦，啊，所以现在你已经有自见，其实已经成为道体了。嗯。道体已经功哦，随时可以出离哦，能够进入永恒的世界。啊，因为还有肉身，它不能随便出离，都把你断掉不行啊。对。不会啊，不会这样啊。嗯。那都顺自然啊。哦，人的肉体都是。春夏秋冬啊，对，你现在才春天，你不能说我要冬天了，顺其自然嘛，嗯、哦啊，尽量演这个，那个接触本体，哎，到最后你就，哦，有自证其身，绝对不可能说在轮回了，嗯，这就要肯定的了，嗯，哦，也不是我说的啦，嗯，就啊不是，都引用的太多的，都你的都知道，这些都理论的。对哦，就是要自证，要法身啊，哦，那个意思啦、啊，哦，所以你尽管享受，你要记住不能保守啊，不能说不好意思啊，对吧？想什么就有什么啊，吃也一样啊，不好意思，我怎么吃那么多？不要用人间的想法、啊，哦，本体他不会怪你，本体你做什么错他都不会责怪你，嗯，他都会原谅你，哎，真的很广大，本体，嗯，不听他的，他也会原谅你，知道，哎。嗯哦，那个意思哦，他都为你好，嗯，给你享受，给你永恒，哦，最终目的就是给你永恒的生命，嗯，啊，再生之年，他配合你现在的生命来生活，哦，让你成为人间净土或涅槃极世间，嗯，非常幸福哦，你试试看哦，你那个偶像，你他说没问题嘛，哈、哦，嗯，哦，对，嗯，我一讲偶像，他又出现了嘛，有。他随时在你身边，嗯，哦，他自己讲出来，他随时在你身边，嗯，有，有哈，嗯嗯，不会变心的啊，好，当男朋友也好，嗯，当什么都可以啊，好，嗯嗯，随心所欲啊，满、你一切愿，嗯，因为是自证其这是本体变的，嗯，本体变，本体是照过肉身的一个方法，嗯，哦，因为人生除了饮食。意乐男女，人生就是这些。嗯，他是针对这些表达。哦，然后之前那个粉尊有在电话带动过拿那个热水壶，拿什么？那个茶壶，就是有茶壶啊。然后你说有热度，然后有重量的那个，你有吗？有。然后我有一次啊，就是看到自己的法身在一个。就是他旁边有个木桌，然后木桌上也有一个那个茶壶，然后就看到那时候时尚境界远远地方就有一个像大日的，一直升起来，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像个大日一直往上升，然后瞬间、啊、那个大日就跑到法身的头这边，就那时候法身去拿那个水壶，那时候我感觉到那个。重量就比我自己平时。法身在哪？啊，你感觉有重量。对对对，然后那时候的那个感觉就特别明显，就是好像连那个水壶里面有水在那里摇晃的那种重量感。哦，还有晃晃的感觉。对对对，然后、啊、有没有热度？有，还有热度。法身在摸有热度，你这边就有热度。对，也跟平常热度不一样。那进一步，对那个茶壶要你用手给它摸摸看，用你肉身手、嗯、一样有热度。有。嗯。对对对，然后就是那种蒸汽的感觉也会有、嗯嗯，对。就我有时候看时尚，会有个法身在里面，
就是一个形象，就是人的形象。可是我有时候又好像没有那个形象，就好像自己在那个形象里面。就像我有次看到一阶的楼梯，然后就好像自己在楼梯那一阶一阶往上走，然后在那里看大海。那时候就没有一个发生的那个像在那个里面，这样就会有这两种不一样。那个法身哦，任何动作行为哦，都可以取代你了。嗯。哦，你思想和它连在一起，你就是它。它在那里摩擦我，在那里摩擦我，等于你在摸啊。对对对，就好像你会感受到它，因为它传意识流给你啊、嗯。对，就好像那个同波的那种感觉。嗯嗯、哦，它这样传过去，它可以处理了啦、啊。哦、嗯、哦，已经渐渐接触到这个线路光了、啊。嗯。只要从这里到这里。处理在镜像里面都要经过线后光哦哦，没有它的空间，它被把你拉出来，嗯，任何地方都可以拉出来，一定要线后光哦啊，处理习惯了，哎，法身自己就会了，拿什么或做什么动作，拿茶壶或热度，它在你摸，对哦，你想摸它的温度，你想摸它，它替你摸哦，那、嗯啊、你这里感觉有热度，对对对对，有重量，里面有水在摇。对，进一步，法身就拉到你旁边来，你用手给他摸摸看，哦，你就摸法身吗？摸摸那个茶壶会不会热？对，有。有哈、哦，嗯，或者用手不方便，用手也给他摸一下也好，用这个给他推一下，嗯，这就有，那程度就很好了，嗯嗯。啊，现在是流行打针呐、啊，打针，现在流行打针，嗯、有的大姐会酸会痛会肿起来、oh. 哦、你试试看了、啊、程度了、哦 oh. 你不要说好像人家打针会害怕，不要那这样不要、哦、打针打到一个针打下来，有有没有打感觉打到了插进去有没有痛？刺刺的、嗯、啊刮到边翻身没瞬间翻身没酸，有时候酸酸、哦、好像需要揉一揉的感觉，有哦，哎，你顶多也痛过，这次针打下去，这样就痛过了。现在靠打针了，哦，打了会疼，那样的有更改啊。那整只手都酸了。啊？整只手都酸酸的。你都做，我伸个规矩是，我健改的，我都会酸。哦，你有打到吗？有。哦，我两个健改都真好。哦，呵呵你哪有啊？哦，哎，你我看你底下啊，我那在。诶、欸，阿、啊、你那有哦？你结个婚真好，这样三十年无了，三十年无了。阿、啊、你这帮看到是摸擦，好像打针比较亲切感哦，打针比较亲切感。嗯，打针打下去，实际上那个针可以刺你，刀子也可以刺你，但是它不会伤害人。嗯。哦，实际上不会伤害人，实际上只有救人。嗯。它不会攻击人。嗯。哦，所以攻击啊，比如针哦。针打针，它自然就出现针嘛。嗯、我讲什么，它出现什么啊？很大一只、嗯，很大一只啊！你看，一直哒哒哒哒哒变成一支箭，箭很漂亮的箭。针的针筒现在变成握把了，针伸长变成一支长箭。很漂亮的箭，哦，那箭都好像很有价值感，是吧？哦，在你面前这样晃呀哈，哦，它弯下来，它不会扎，它不会动。跨在你这边，你有感觉吗？有，好像很力那种感觉啊。对。啊，如果这样画下来，像打针一样呢？有。有啊，有刚刚程度就很好，这样程度好像窥探你哦。有。有被窥到，有窥到的感觉吗？有。很力呢。很力啊。哦。哦，很力呢。哦。啊，如果他转过来这边，吃在你这里，他不会吃到你凹下去了吗？吃到的感觉哦。哇、嗯、哇，你们这有很好哦，嗯，对，可以啊。他这箭可以挥到你的房间，插住你的枕头，他可以挥过去，哎，找到你的电，他慢动作经过你家哦，路到你家的路，他都给你描述出来。他挥过挥箭挥过去了，有没有？哎，经过哪里？经过哪里？那到新竹了，然后进入你房间哦，进入你房间。插在你的枕头，还摇两下，有，你也有，摇两下，你看，
你看，不可思议，拔起来，回来，回到这边来，回到你面前，回到我这边里面去了，收起来了。他不会攻击人啊，那如果要是攻击人，你哪一个跑得掉？是这个意思，针给你刺痛，剑也可以让你刺痛啊。哦，啊，这个以前如果能用，现在不用这些什么战争啊，这个是进入永恒的。哦，进入永恒什么都可以，无所不了，还是回归那个无所不了啦，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啦。等于说没有什么不可以完成的啦。哇，天哪，对哦，所以你学到成功，一定修养一定要很好。心一定不能嫉妒狭窄，要害人，要什么？哦，那个都不是学到。你学到这个，你万一用这个去杀人呢？对不对？那随便讲，这样我嘴巴这样戴口罩，随便一支那个射箭的，就射到你喉咙，停在那里，一支箭箭的就刺在你那边了。再讲这边，你被刺到了，那吹出去，里面的喉咙都被压住了。昏出去的，你看，是吧？你有没有知道？你挖你，你在一边给你吃啊？心肝败，爱嫉妒的，不是咧对立的，哎，不可能有这啦，你放心啦，不可能有这种啦。我从来都不会去害人的，我要害你，你跑不掉，我宁愿被害。你唔相信我这句话咧？对，耶稣讲的，别人打你耳光，右边你给他再打左边。对，耶稣讲。你打你右边，你再给他打左边，但是要有耐忍耐啊，对，大概要更改，有要有的这边呐、啊，随便杀人你跑得掉，那无所不聊呢，无所不聊这个最重要呢，哦，因为耳朵不是表示自己很境界很高，自己很厉害，不是表达这样，表达你自己永恒呐、啊，耳朵很单纯呐、啊，随到很单纯呐、啊，只是，哦，本体显化，天人合一。三位一体进入永恒，很稳定啊！你如果有理想，希望你的亲友也有啊，我甚至有更多朋友，那是你的理想。我对人每个知道要让你表达你自己有道的，你喜欢不是这样，这个如果表达，这也是道啊，其实也是道。是，瞬间不要用这个、啊，断气就断气，断气就断气了。你看到讲话咧，做个电视话，邓奎等个做个嘛，迄个翕相个个像啊，罗振宏啊，我那个昏九昏十啊，那个煎牛排，说给你脱开啊，那个断气，那我做几分两分三分，那个高分的是，然后就说给你脱开，我先讲个好咧，个你邓奎得啊，那个你小煎，就这样，他所以断你的气。随便可以断你，一念间就可以断你的，断你的思想，用思想就好，不要用天光观这些，不用，思想就停顿。我说，彭太太，你现在想想，拢袂记住啊，你想有有两个像，拢忘记了，你叫他名字也叫不出来，在思想都叫不出来，叫不出来。我要讲彭世奇，还是叫不出来？那个彭世奇，那个彭你就叫不出来。你也叫不出来，思想就给你挡住哦。你是彭千华，你看思想就给你挡住，一个力量给你挡住，那个彭你就叫不出来哦。这样去解开思想，也没有看到剑，没有看到刀，可是思想可以进入你思想哦，那个意思啊哦。你现在你的程度啊，可以从你的额头进去视觉，我先看视觉进入你的客厅，你家客厅好了。视觉沿着这个角落啊，视觉哦，只看到视觉一个视觉在那里走，有没有？客厅的角落，不管有桌子椅子卡住，一样到你的角落走。在你客厅，你看那角落走视觉啊，这个视觉回来到你脑中了，你额头了，然后进入你喉咙。进入喉咙，停在你喉咙里面，有没有？有感觉吗？有。然后喉咙里面看到周围的人，那个世界有眼睛哦，很奇妙的感觉。然后进入你的心脏、内脏里面，从你的
脚全部给你绕一圈，哦，然后回又绕上来，左转一圈从额头出来了，哦，视觉，他到哪里都可以到，巡逻没有看到影子，意识没有看到人影的，只看到视觉。那像这个视觉是实况的还是实像的？不，那就看你家里的环境就是实况的嘛。你的内脏也是这样啊。啊，视觉收回来的时候，它就渐渐消失。这个时候，哦，就是意识流，这个意识流的活动，哦，他心通要依靠这个，他心通你在想什么，想你去，你想什么他都知道，传过来也是透过意识流啊，这属于他心通了啊，这个是专门针对他心通啊，在想什么，在想什么，哦，比如说。你要写彭氏集一样，你是靠这个力量。你要写彭氏集哈，一个没叫彭氏集，要彭氏意识你可以懂的哦。下一彭清华集，你没有要写彭清华，你要写彭氏集，可以在头脑写字写彭氏集，他可以写转彭清华，那个视觉把你转过来。哦，你要写彭清华，你在头脑要写彭清华，一个那个视觉好像就会写字一个笔画一样哦，那可以写彭清华，要写下来。给他写到彭氏集去了，他可以搞乱你啊！那个意思、哦、啊，如果你在想什么，哎，躲出来，那个他会打字出来，打字出来，那个侍者会有智慧啊！哦，意识你的活动啊，啊，哦，这个到最后你会注意，会自然会了啊！我注意啊，懂吗？哦，很棒，对了，林德，为什么这么问啊？你有啊？你刚才有吗？有。哦，很棒，很棒，多练习，它就会产生新的出来。嗯，不是练习啊，多享受体验。哦，那所以我说，有时候会看到一个法身的形象，然后有时候没有那个法身，就是。没有看到法身，就是说只有视觉，虽然就是意识流，只有视觉，对，现在是意识流。视觉没有看到实体的视觉，对，就视觉，视觉而已啊。对，一个视觉，一个视觉，哦，嗯，视觉，哦，所以意识处理，那个是意识处理。哦，庄子我才在怀疑说意识处理还是实体的，实体处理的地谈到自见其身。看到你在那边叫实体处理哦，视觉在那边叫意识处理，好吗？好。哎，你看到山河大地，哎，你处理，可是你没有看到人。对，有时候就会意识处理啊。哦，我懂。啊，意识可以凝聚成点、线、面，它都可以变化。嗯。哦，哎，没有实体，你看不到它。对。它甚至在里面，你不知道；甚至在你旁边，你不知道。嗯。对，你现在这个意识里，在你旁边耳朵了。他轻轻叫你的名字，有对，那一定不知道。他轻轻叫你的名字，有，本来他也可以，哇，他可以记住你在哪里，他在哪里。我那个意思，哦，就这样，这个意思啊、哦，哎，刚才说还要什么问题提出来，大家探讨，看，自然啊。就是之前本尊介绍很多那个照片的时候，就是有请陈信尧在解说那些照片，然后在那一阵子也是看到很多实像，就是像有一次那个照片，他有说有一匹淡米色的，好像是马的样子，就有一天我就看到一个马的眼睛，就很大，在照片里面了哈、哦。就他跑出来，对，照片的目的哦，嗯、你就输那本照片嘛，哦，不是，就是那时候是本身在随便的照片哦，显像照片，对，显像照片，就是那时候陈信尧会在那个协会会在解说的，就协会的照片吗？对，那什么照片、啊？就是显像级的介绍照片，介绍照片的时候。书也好，或照片也好，我介绍的时候，
反正静态都会变成动态。对对对对。你的意思是这样哈？静态变成动态，就是、这个会衍生要练，要这个体会的人这样最照片最好。嗯。你可以在哎看到不是一个人出来了，那个人再回到原来就是那个样子。哦。照片那个内容也非常丰富，只是人没有发现到。对啊，哦、就好像很多时尚境界都不止那张画面而已，它里面。一直过去还有，还有，还有。那时候我就看到那个马的眼睛，哦，然后它就是整个浮出来，然后很大，嗯、然后好像我一跟它一对视以后，就变成整匹马都出来了。哦，对对对，然后、那个、它本来好像抽象化，对对对，哎啊、抽象化会变成具体化、一体化，这样变成。然后它还会蹬脚。嗯，对，后来你都可以巴还会一直甩。对呀、啊，对对对，然后我就骑在那种。就是一转眼就刚才我这个对刚才我这个视觉、嗯、视觉意识里这个视觉应用在画这个图片上非常有效果、哦、就是靠这个视觉把它全部抖出来哦对啊哎、欸、视觉全部抖出来对结果有时候照片里面什么的看不你觉得里面没什么有内容很丰富啊我每一张照片都要看两个三个小时啊对啊快乐在其中看到最后说啊，这张片我看，把人那看我自言自语一样，啊，这张片我看呢，嗯，对啊，然后就是那时候就会就转眼就骑到那个马背上，然后好像就跟着那个马，哦、还你变自荐其实骑在马背上，对，就变真的有骑马的感觉、啊，对，而且是在那个法界里面，那旁边就像是琉璃的那种景象，就是很。半透明那种绿色的山啊、嗯、然后水啊然后树都是那种亮晶晶就像琉璃的那种树就不像是一般的凡间那种树叶的树。对啊有这天人合一境界这四变的产生的人、哦嗯、都有可能三位一体、啊嗯、因为这个后面的 支持力是这些天光光这些啦、嗯、没有这些你的体型不能起作用。对。啊，它摄受到，它起作用，它直接先靠你的法心来起作用。对，再一直这样给它体证的话，哎、嗯欸，到最后天光光和你合一的话，又不一样了、哦、所以它演什么出现什么，你尽量看、嗯。哦，对，因为这是你的生命，嗯，这是生命，嗯，哦，享受你人部所不能享受到的生活，嗯，甚至于超越现代人的生活。绝对可能啊、嗯，幻想都可以实现。你再有个实相理想化，嗯，哦，嗯，绝对不能哦，顺势而行了哦，不再觉得自己安人比不上，不要，嗯，就直接哦，活得很好，很完美，就靠你的法身啊，对，那个意思，嗯，那你可以变美丽的玫瑰人，可以变马，可以变什么？对对，可以骑，可以什么？白马变灰的马，还会长翅膀。对啊，那个马后来就用飞的。长翅膀。对对对，就那一只形象也是。那、啊、你轻坐在马上飞的时候，在这里都感觉得到，在你这里都感觉到感受到哈、哦。对对对，而且那马后来就用飞的。对啊，它飞后来就看到一座白色的宫殿。哦。那个。这个法界宫的门就很特别，它是一个漩涡光的门、哦，好像是紫色、绿色。我记得说好像就是紫色、绿色一个漩涡光，然后那只马就这样飞进去那里。那里面的那个进去以后的那个法界宫就很特别高耸，就不像外面看到的那样，全部白色。对，而且很。反正人间高大，他们的七宝都是人间没有的啦。对对对，然后、嗯、后来就看到一个小女生在那，然后他就说她是妞妞，妞妞就是我们家的小狗。对啊、嗯，然后我还跟他说，哇，你一个人在，因为那真的很空旷、很高、很大又很宽敞，可是就很安静。我还说你在这里会不会一个人很孤单啊？他就说才不会。就是他一讲完，那个周围就好像，电影演那种万物苏醒这样，就突然鸟叫声也有啦，然后外面也有嘻嘻闹闹的声音，然后灯什么就都变得很明亮这样子，感觉就好像生气勃勃这样。哦，对，很美妙哦。
对，然后桌上是瞬间就很多的食物这样子。因为你看，这表示你看本体，这是你自证即身变的啊、哦。嗯，你看他，你看到一个陌生的女孩，他说他是妞妞嘛。对。他就让你想念说我已经成为人了，哎、你看他安慰你了，你看妞妞就是 你喜爱的狗啊，对哦，他讲我是妞妞，你看我不是狗了哦，让你安慰你，你看他一切都有点要让你、嗯、哦非常哦，对啊，然后那一次还很特别，就是在那一次时尚的经验里面，我还看到那时候远方就是有一团很光明的那种，本来看起来像烟雾。然后他就慢慢的一直凝聚，一直凝聚，然后就看起来像是一个女生的样子。然后他就穿着一个欧洲的那种华服，然后那上面有那些金色的条纹，但那些金色条纹就很闪亮，所以远远看就好像散着金光。就他越凝聚越凝聚，一靠近的时候，后来我发现他居然是我们以前黄会长。然后他就跟我说。千华，你来了，这样哦，那个认识你，对啊，然后那个声音啊，跟笑容啊，就很像他以前的那声音跟笑容，那个容貌比较像我小时候看到的他。但你不认识了啊、哦？就黄会长啊，黄会长，对对对，哦、就他一凝聚起来，就发现哎、欸、是黄会长，对啊，然后他还叫我说千华你来了，然后他。的声音跟容貌就是我印象中的，不过他的样子是我小时候比较像我小时候看到的样子，应该就是更年轻的时候的那个样子。对，然后他还跟我说，你看到你在这时尚里面啊，那人世间的这个病苦啊，就都不算什么了。哦，对啊，然后他还因为那个法界宫好大，然后外面有好多像琉璃山。然后还指着那个琉璃山说：“你看啊，那琉璃山很远，但是其实你一想就到那里了。”然后就跟我说：“法界的这些东西啊，都是在你的心念之间，这样子。”对啊，所以那一次的经验就觉得很特别。嗯嗯哦哦，你看，好像演戏剧这样把它演啊。对对对。那演什么？你就是我讲的顺势，顺着他的势。嗯对对对、哦，不做他想，一直跟着他，都是完美的、嗯、啊。好，对你都是好意。那你进入法界看的彩色的是，彩色都是亮丽漂亮的，非常亮丽。哦，亮丽。就是、他如果是他自己流露出来的那种，他自己流露的、啊，就是很瞬间，然后很亮丽，而且因为我们思想空间有限啊。对对对，而且它很实体、嗯啊、它流露出来就告诉你，哎，这个范围就是这样。对对对，而且很实体。嗯，对。而这一切都是你本体变的，嗯，自见其身变的，嗯，哦，它便是你认识的人，像黄会长，像、嗯、那、嗯、哦，或者叫妞妞那个、嗯、哦，他用这种方式来告诉你，嗯，哦，你看，哦，人他讲一句话说人生的什么病痛都。短暂的哈、哦，对啊，就是都不算什么，嗯、都不算什么哈，而且瞬间的过啊，啊，进入法界才重点。对，法界本无门呐、啊嗯，法界并没有门呐、啊嗯，但是处处都是门呐、啊，嗯，对，处处都是门呐、啊、哈、嗯哦嗯，我引用广成子一句话说：“入无穷之门。”很有道理。他本无门啊，根据你的观念而有门呐、啊，嗯，对啊。有的人认为怎么没有门，他就变门让你走进去、嗯哦、而有门，依你而有门，他、哦、依你而设立的、哦嗯、有法身才有法界，那、嗯啊、你有自见其身才有这些，才有认识黄慧山，才有认识那个妞妞那个女人，对，他、嗯、根据你的生活这样演变出来啊，嗯嗯，这属于一样天人合一的境界，嗯，你的本体在告能表达和你肉身合一，让你、嗯哎、欸，哦，融入生活中。嗯嗯那还有一次的时尚是比较特别，就是在那次时尚里面就会看到分身，就是看到什么？分身，本尊的分身。哦，分哦，对对对。那也是从那个照片，我是他介绍一个粉红色的，然后是层层叠叠的，这个有点影像。那后来我就看到那个影像就展现在我面前，
它就是这样很大片很宽广，看起来就好像是粉红色的草原，就是层层叠叠，然后绵延很大这样，然后非常的宽广。那而且上面有很多像人间的极光这样子的各种颜色的光影，然后那光影里面又有很多分身，那而且每个分身的容貌都不一样，每个都不一样，有黑头发的啊，白头发的啊，或者穿西装的啊，或穿衬衫的都有，都有，然后表情啊、笑容啊，就都不一样，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看到，远远就有一个分身像人一样这样子走过来，就穿着黑色的外套，这样。然后那个分身就左手托着一个好像足球大的一个。像大日一样圆圆的东西，然后那时候分身手一抬啊，那个足球就一直往上升空，就好像升到天际这样，然后就散发出一些很特别，是那种放射状的折射的光芒。然后那时候分身就说这是钻石光，对，然后每一个折射光芒里面也都有分身的样子。然后那时候在那个石像里面，分身就跟我说，把这些分身都变成我自己。他就要我顺着他的声音，把那些分身都变成我自己的样子。然后我还头几次都变不过来，但他就一直都变成你。对对对，后来就有变成，而且那个他像那足球很大那种大日在空中的中间也看到一个，就是我自己的。样子这样，所以从你刚才看到妞妞，看到黄会长，看到分身，都可以变成你。就是那些分身就，原本石像里面看到那些分身的影像的脸，后来就变成我自己的脸，然后也是年轻的啊，就是小朋友的样子啊，还是现在的样子，就是也是各种不同的样子这样子。对，就他就是带动我说把那些变成你自己这样子。哦对对对，然后分身还问我说，问我知不知道什么叫道生万物？什么？道生万物？照见万物？道生万物？道生万物？对对对，然后就分身手就一指啊，就那镜像里面就有小白兔啊，然后长椅啊，然后粉红色的树啊，然后什么都有了。这样他就跟我说，这就是道生万物这样。对，然后他还说他以前都是带动紫色的，然后我现在这里什么都是粉红色的，然后跟我说你想要变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然后他就一说蓝色，就那些蓝色本来是粉红色的草地啊树啊什么都变成蓝色，然后他就说绿色，然后就都变成绿色。对，然后后来分身又说你看都没有声音，他一说就开始有鸟叫声啊，那又有流水声这样子，在实况那样。对对对，就很特别，就是在这一次经验里面，好像就是在实相里面跟分身有一个互动这样。所以你沿着这个状况哦，沿着这个实相生活哦，就好像在看电影看戏剧哦，对，一有机会就一直演下去。嗯。哦。就一直演，因为你有自见其身，一直演，看他演到最后是什么，你就尽管顺势而行。嗯，哦，他演都连续剧呢，都一直演呢、啊，一直下去。你看到的从一直演到你不知道了，你知道了都可以演。嗯、哦，啊，一切都是你本体与万物合一。嗯，一不知不觉你进入法界了。对，你的本体先自见其身，先进入法界。嗯，再告诉你了。嗯、以后100岁以后也是这样，在过那一种生活、嗯，不会消退，永远存在。嗯，因为有法身，他随时撑得住。嗯，啊，撑得住的力量是根据天光光、大日、星火光这些。嗯，哦，啊，这边通常不表达出来，不表达你本体和你的关系。嗯，哦，啊，你怎么展现出你生命？哦，展现你生命的层面是法界。然后再从法界延伸到你的生活，嗯，按当作电影般的欣赏，哎、欸，非常有趣耶，哎、欸，对、啊，
一样可以过着人的生活哦，那、嗯、里面一样可以哦。嗯，哦，所以你不要执着说我现在肉身，哦，针对肉身，记住境界的针对灵法性，嗯，自见其身，那个就是你真正的你，嗯，真我、啊，真正的你，哦，那你享受什么，你这里就享受什么，对，哦，啊，它是永恒，我们是短暂，就这样差别而已，嗯，它后面有很多很多的，嗯，好、嗯。哦我们这样的表达只看到只百分之十，一万分之十而已啊！那、嗯、里面内容太丰富了，到现在都还继续演哦。嗯，看电影一样，连续剧。嗯，他、啊、在看的时候要记住一个重点：感谢你的本体。嗯、感谢哦。嗯，啊，这时候本体已经有概念了、啊，本体就是你的自见其身了、啊。你感谢你的本体的时候，嗯、思想要想到法身。不能说像以前啊，感谢本体，啊、本体怎么样？现在本体就是你的法身啦、啊，懂不懂？啊，他就带着你，哎呦，那让你生命美好、哦，哎、嗯，啊、不然为什么千年呢、啊？大家都在学道学佛，嗯，目的是这里啊，你实现了、啊、不知道用，啊，有法身就要用啊，最终目标佛教也是法身呢，嗯嗯，哦，那个意思，哦，既然该用，哎，哦，让你过得不一样的生活。你可以变你自己是帅哥，变成一样走路什么都就是你的今生重新造人，重新造人了、啊。哎、欸，要说搞共和新造人，随时你哎、欸，你去变出自己，马上变自己会走的，在这里啊，这个都可以啊，在这里走，一样摸桌子一样的都可以，可以，对，哎、欸，都可以啊，哎、欸，哦，生活一样喝咖啡，哦，散步。哦，都可以，哦，游山玩水，嗯，看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他都可以，把他的可以的所有的觉受拨到这边来，因为连线的意识与交流，哦，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实现那个宇宙的我，跟第八体我不一样啊，嗯，啊，变成一样，那、啊、你叫做天人合一，哦，哎、欸。中国哲学理想目标呢，我们把它实现了。哦，民工啊，三位一体，嗯，三位一体，哎，也哪点力量把它也撑住啊？你能天人合一，也是要其中一个暹罗光哦，其中一个不一定要三个，其中一个出现就可以，一般撑住哦。哎，那个意思，哎、嗯、哎，你这种方式一定要继续看电影呢、啊，哦，把它当戏剧化，这样一直看，一直看啊。哦，很好，这我今天发现到你们境界很好，我、哦、好可惜没有说出来。哦，你比一般人，比一般活得还有意义啊！哦，谢谢你。虽然你没有社交生活，没有，但是比他们还活得还有，你在里面这个法界生活，嗯，哦，比他们有更有生命加意义啊！啊，嗯，一定要把它实施出来，天人合一境界。庄子向往的，庄子说不当宰相，宁愿来宁愿做穷苦的，事实上他有这个了，哎、嗯，哦，嗯、来，快快快，哎，主人，嗯，来，哎，讲下来，让我当讲。那我再赞誉一个，就是我有一次就看到一个法界宫，是法界宫褐色的法界宫，你的法界宫吗？我也不知道，不是我的，哎、欸，我也不知道，哎、就是欸，里面都是你的，哎、欸，谁让你蛮客气。你在里面看到我在你看到和别人无关，都是你的，嗯、就是一个褐色的房子，褐色的嘛，褐色的，对、嗯。然后也是那种半透明。然后我进去的时候，那里面的电视机也是很特别的，就是它一个电视机，像电视机一样东西。可是那个电视机里面好像又是另外一个播放另外一个法界，感觉就像是动态的显像照片这样。然后就看很久了，就觉得它里面的光影也会动啊，也是好像会映照万物这样子，哦、就是很特别、哦，就不是好像人间的电视临场感哦。对对对，看那时候，你是在清醒的时候看的啊？清醒是吗？对。啊，你这样在后面还有无量多无穷哦，你一直把它重视，一直看下去，你的认知就哎、嗯欸、就习惯了哦。嗯 嗯, 嗯，对啊。然后那一次我就看到那个法界宫露台上。就看到一个老奶奶，就发现她居然是我外婆，然后她在那里泡茶。可是我外婆以前是从来不会泡茶的，而且她已经
过世了快20年了，然后我看到他在泡茶，我还因为我很惊喜，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看到他这样，因为已经好久了。然后还我就说哇，我就说我说外婆你会泡茶，你给他问了，对，因为我们讲的是客家话，哎，有对话吗？有有、啊、对话，你都听得到吗？可以。然后他跟我说，哦、我说你会泡茶，因为他从来不会泡茶。然后我说他生前的时候啊，都没有那种泡茶习惯，所以我很惊讶，我就说外婆你会泡茶。然后那个时候外婆就说，我用变的就可以了。为什么？他说他用变的就可以了。哦，变茶哈、哦，对啊，就桌上那些杯子就瞬间就是装满茶水，变茶，不像我们这样泡。对对对，然后那桌子另外一边啊，还没有火，可是就滚着一锅好像是笋干跟卤肉的东西，然后外婆还说请你吃这个，然后后来我有跟妈妈分享这个食相，然后还说她每天。小时候过年的时候，外婆就真的都会卤一锅笋干这样、嗯。对啊，然后我那时候还很，因为那法界好像露台有很多雾气，我还说啊，外婆你会不会觉得很冷？他就马上他身上就有像毛皮大衣这样子，然后他就自己笑得很开心，让哥哥笑，很像他以前。比较跳皮可爱的时候，这样的笑容，这样，对。然后那外婆的容貌也是非常的，不是我印象中她那时候比较年老的样子，就大概可能是40岁、哦，那个比较中年啊，都还是黑色的头发这样，对啊，对。里面都是美好的啦。对啊，就是我很特别、嗯，欣欣向荣啊，都有生命力。对 对, 對, 對, 對、嗯，不会看到、嗯、哦。奄奄一息的老人不会，对，但是变40岁的年轻力壮这样，对啊，生气盎然，对啊，而且就还就跟你一样，就非常可爱、嗯。所以你这样沿着这个你两三个故事这样一直沿下去，有百千万个故事在后面等你，你会很有意思，而且你就是女主角，你走到了那里，哎，到最后都是你都是女主角，嗯，一直演，你的化身带着你走，嗯，哦，嗯。这个法身都是法身的功劳啊，嗯，才能有这些进法界，法身才能进入法界啊，对，不是肉身进入法界啊，嗯，而且意识流进入法界啊，嗯，意识流接通了法性，就能进入法界，嗯，啊，通常，哦，不能进入法界就绕着意识，我们现在患的毛病就，一般人意识在那里转，在那里绕，在那里对立，在那里，哦。嗯都没有进入法性啊，嗯，你知道我混着天波跟灵波，哦，所以你们这样有这种机会，赶快三个故事变成300个故事，哦，内容丰富哦，认知是这样来的啊，嗯，好，里面美的无法再美啦，所以老子的至善至美，知道不知道怎么乐怎么美不知道，但是他有这个意思了，嗯，哦，你这个是实相呢。入法界是实相，不是天眼呢。嗯，天眼摸不到、嗯，享受不到，听不到声音呢。嗯，对。天眼看听不能对话呢。嗯，那你们也试试看，有东西吃，你给他喝茶，给他什么都给他试，都和真的一样。对，知道吗？嗯，哎、欸，不是天眼，这个是实相。嗯，进入法界都是很高的境界呢。哦，你唔知啊？哦，嗯、所以现在只讲3-4个，嗯，进一步300-400个。3-4千个，看你人生多丰富啊！我们没有出去交际应酬，哎、欸，里面什么都有啦、嗯、啊，吃喝饮食、衣乐男女都有啊，嗯，好，嗯，哦，进入法界以后，你看人家什么生活都有啊，嗯，活生生的还可以对话哦，你我让你两三个是，你延伸下去，思想不要进去就又变化了。在演的时候，你试着啊，本体谢谢本体，感觉就谢谢本体就好，他带着你走。谢谢你的自见其身的意思化身了，不要思想进去，有个所谓五官意识来啊，反正底下化性跟意识的断，意识里的断，断就我这的消失哦，那个衔接也可以哦，有自见其身要衔接，在想的时候。在看的时候，我想顺势静观就在这里表达得很好，你就静观就好，不要有意见，不要你看你的外婆在泡茶，你说
我不喜欢喝茶，我喜欢喝牛奶。你说不一样，你是顺着泡茶。嗯，哎，懂了啊。啊，顺便再来喝杯茶，喝了那杯茶，哎，忽然间你身体好了。肚子痛好了，还是这样？我等下真的就影响到你这样，因为你连线呢、啊，哦，里面的东西有时候，那个是生命，嗯，你现在是生活，对，你喝茶、睡觉、饮食、吃饭是生活，那是生命，嗯，享受生命，那是永远的生命，嗯，啊，生活你都这样，灵魂走掉就断气，断气就人每个人都这样啊，嗯，啊，那个就永远的啊，灵魂永远存在啊，灵魂不灭。有一次，那个，因为刚刚只是讲那个天使啊，天使，我第一次吃到天使是有一次，我躺在床上，突然间出现一碗豆花，豆花，豆花，豆花我知道，白色的，哎，对对对，我躺着哦，可是那个豆花自动就灌到我的嘴里给我喝，就跟平常喝豆花一样，但是有意思的是。躺着吃不会抢到、哦、当然这是你的观念，说躺着你也不用钥匙它不会掉下来的、啊、你这个你就是躺着不方便它一样给你、啊、让你吃得到方便。对，而且这样吃你跟坐着吃是一样，虽然你是躺着不会觉得说、嗯、躺着会怎么样，人的观念都一定要坐着一定要让人吃啊，他没有那种观念、啊、戴口罩一样可以吃、啊哦，你要不要说要你用你我观察什么？不要五官意识进来，五官意识人的观念进来。哎，那、哦、我躺着怎么吃？对，我那时候等一下又吃不到了，觉得哇，很讶异，哎，很有意思，哎，你的你的想着他什么无所不了，就故为无所不了，他什么呢？我躺着一样可以吃得到，对对对，一样可以吞下去，对，哎，所以饮食娱乐怎么都有，哦，变什么你想吃什么就可以变。你没有想到的，它也变，它自己跑出来，都可以吃。哦，哦，没有躺着、坐着，什么都可以。嗯，哦，你但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啦啊。嗯，你一定要你人的观念就要坐起来。对对对。你是躺着也可以啊。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奇怪的，其实不一定要坐着。对对，要记住这个概念，不要五官意识进去。五官意识是认为要坐起来才能吃啊，这是五官意识啊。是是。哦，你是。享受就好，若是是享受就好了。活动是灵魂以上的活动，按法性的关系。在当灵魂就是阿赖是进入这个法性的时候，都已经无漏种子了，没有烦恼了。表达出来就是你看到的美好世界。如果灵魂跟你这个五官意识来，呵呵，一大堆胡思乱想，怎么怎么，又一大堆的哦，有漏种子就生出来的。嗯嗯，如果法性被法性吸收到的阿赖耶识，他的无漏种子就有、哦、就没有烦恼，就你看的世界都这样，包括灵魂也享受到三位还没有三位一体，就是天人合一，就包括法性阿赖耶识和你五官意识，阿赖耶识代表人、啊、五官意识嘛，意识人部跟法性天部嘛，法性代表真如本体、啊、阿赖耶识代表六七八、哦以主体啊，伊咧接通诶，接通法性诶，好像化学那个研究一样，两个哦，啊，一个是管子在那串通这样。那、啊、你不能有境界，不能这样随心所欲的，因为他没有接到法性啊，都是绕着人部在这里绕啊，是是非非都在这里绕 啊，一直绕不上去啊。哦，那个意思，哎、哦，所以你现在不知不觉，你没有是非啊，哎，自然就哎，他自己法身出现，演给你看，记住。三四百个三四千个在后面等着你，无穷啊，哦，无穷啊，进入无穷之门，那这就是跟你说无穷啊，管正子就跟你讲好了、啊、哦，没有禁止的、啊、柳暗花明又一村啊、看不尽啊，无穷无边啊，无量，在形容这个法界都是这样、啊、没有边没有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啊！不搞说无尽，华严经讲无尽缘起，没有尽止的啊！演到太外婆喝茶就完了，没有，后面还有外公外什么外都出来了、嗯，那个都是你本体变的，他都知道你谁，他都知道哦，那个意思啊，哦，你外婆哦，
你看我这看的外婆现在出现在这里是这个40岁那个，啊，你人间看到的外婆比较老，是不是这个？对啊，哦，一看就这样，他也可以平常叫你的名字，就这样，这叫你的乳名啊，哦，这个就正确啊，哦，啊，你知道外婆的名字吗？哦，还像我常做的雕刻文字，他的名字，啊，雕刻怎么雕刻出来？木头怎么找出来？哦，也可以整个黄金，不要木头，整个黄金，连字体都黄金，纯金的字体都出来，哎，真金的，哎，都可以名字打出来哦，那个意思，哦，一样，哦，消失，你爸爸一样哦，你爸爸哦，他是这样穿西装这样样子，变你爸爸哦，把他变年轻一点。哦，我昨晚啊，变很多，变很多，变年轻一点。哦，消失，你妈妈哦，哎，年轻的样子。哦，这样可以变来变去，变来变去。哦，让你知道，让你知道，哎，这个妈妈年轻的时候是这样。你小时候还有印象，五六岁还有印象。你妈妈小，你五六岁时候，你妈妈就这个样子，你还记得吗？形式的样子，你他可能知道啊、哦。十岁，你十岁的时候，你妈妈这个样子，十岁记得了哈、哦，就是这个样子，对吧哈、哦？哦，你十岁的时候，你爸爸这个样子，对不对？哦，小时候记忆都可以播出来啊，嗯，教师。哇，那个意思哦，嗯，阿、啊、磊，本身刚刚在带动那个我的那个外婆，看到外婆，那个是我们的本体变化的外婆嘛？那有没有可能可以是直接射受相应到现在外婆的？哦，没有，外婆这个是天光光的功能了。哦，天光光，这都有连线呐、啊，都没星光光在当带动。嗯，有等下伊每个是外婆。有时候到这你不认识的人跑出来，哎、欸，我外公我不认识，没有看过，他一样给你变出来，天光光知道，哦，这个天人合一做不能事变的，法性不能变的，天光光他们都知道，现肉光扮重要角色，现肉光可以瞬间回忆到你过去，把你找出来，啊，配合我讲，因为我没喜欢，所以我能看他合一。他就配合我做啊，不是我，我不知道、啊。哎，他哎，你是这样，我是这样哦，哎，哦，比如说你妈妈一个很好的朋友，你常看到你妈妈一个很好的朋友，这个谁知道吗？你知道他姓名吗？知道啊。哦，姓名也顺便打出来。天光光的功能，你那看到吗？哦，哦，你的朋友哦，你爸爸的好朋友，你知道吗？哎、欸，你爸爸好朋友就这个，哎、欸，名字知道吗？知道。哎、欸，就这个，哦，就这个会替我找出来，瞬间呐、啊，他没有空间的啦，哦，嗯、欸，哦，所以有一本册有写，哎、欸，革新版有一本普德普也呐、啊，照见一切世界，照见一切世间啊，这人间呢，那有什么遗憾？往生者的一切世间呐、啊，知道如来神变。我觉得知道如来的神变，你也知影观世音甲迄个大势至凶释迦佛咧变的，你知影啊对？啊，人咧个个咧拜，伊唔相信啊对？啊，你知影安怎变的啊？哦，所以我感到说极乐世界释迦佛是一个实相世界，我敢讲啊，对？啊，一定做些人搞拍摄的啊。有啊、哦，所以这个是要靠天光，因为仙佛光，仙佛光也不管。也当被立体人鬼叫人怎么刷动啊？你穿梭到都管足管的虚空了、嗯。所以本身哎，到底过去谁就在啊？你嗯，一样啊。你要什么？刚刚本身不是在讲天人合一跟三位一体的差别？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你个人生存的空间、思想范围、事变。我知道。哦，你自见其身，自身的永恒自觉。自觉了，啊，若要接他，就爱三位一体，
你在自觉觉他，我跟我觉先自觉自己已经完整的天人而已，然后再能觉他。所以说要觉他之后就要靠天光光。好的好的。所以说像刚刚想说，要照见往生的照见，以前不知道，就要透过三位一体以后，才能够。照见一定要显佛光，照见我们人，你的本体没有办法照见。哦，啊，照见首先要，他先要问你的自见其身。如果自见其身不知道，他要再去找，瞬间就找出来，不知道什么原理不知道，他瞬间可以照出来，就是这个，连名字给你打出来。光打那个木板，木头名字和黄金名字雕刻那个漂亮，你就。解释不出来的，你怎么解释？怎么那么快？瞬间那盆千瓦黄金做的一个木板出来了，那人家要雕刻啊什么？雕多久嘞？雕一秒钟就出来了，盆千瓦，盆四级，很清楚啊，对不对？四遍的话，天光光可以挡，那个意识里可以挡你的四遍，比如说，我要打彭清华，你认为要打彭世奇，可是跑去彭清华。比如说，你现在是要打彭世奇，可是我打出来是彭清华，你的彭世奇挤不进来。但是我要打彭清华，但是你要打彭世奇，你打不出来。出现你彭世奇没有？没有。彭清华，你的跑不进来，四遍没有功能了。天光刚把你挡住，然后我要彭清华，那照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现后光的意思，你把你挡住，那懂意思啊？一样，我要打彭世奇，我要打彭清华，你如果看不到我彭清华，你看我，比如说，我打彭世奇，你要彭清华，你四遍要彭清华，四遍不出来，开始彭清，你的没有啊？我要打你妈妈的名字，可是你们两个都要打你自己的。结果你们两个都没有打，跑出你妈妈的哦。现在做出来就是跑出你妈妈的名字，出现哦。这照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现落光的意思，你四遍没有用哦，对不对？你看得到啊？我时常说你看不到了，这个要天光光的功能，现落光的功能的。你三位一体的话，可以消掉你那个天人合一。比如说从那个花那个意识里那个活动给你挡住，刚才在挡那个朋事情讲不出来，那个力量挡住。比如说你现在刚才可以看到你的名字，现在播你看不到了，完全没有了。我要打朋友，我失败怎么没有了？你把看不呢，对不对？你才动掉的呀，他们就在跟朋友在演你身上。法性把意识里给你切掉，动掉了。那这样定身法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原理？定身法不是这样，定身法不是用这个，定身法用你的本体的力量，不是用定身法，不必用到天光光这些，不必。这样给你定住了，这属于那定住的一种，定住挥掉定住，但是也属于定身法方面，但是类别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定身法不是这样。电视话，二蛋外人，我比如你这挥不挥掉了嘛？怎么想都想不出来嘛？想不出来嘛？都想不出来，都没有，甚至于他们都想不出来啊！他们都回入原来这样归零啊，心念可言呐、啊，心念可言也是要依靠这个天光里面的就这些珠子都属于配属这个三位一体、啊、珠子不。这七颗珠不配合本体呀、啊，配合这个珠子，你要把你解除的话，就是要用这个后面常常叫心念口眼那个大珠子金色的那个，后面就出现了。要解除不是直接针对你头脑嘴的，它出现，灵光出现，你自然就看到了。彭清华出现，彭世奇出现，彭太太那这个出现，那个就出现，放这个，他就解除，是吧？刚才我没有演这个啊，大珠子这个第一颗啊，我刚才没有演出来，荧光膜，
很大的一个圆，金色的，金色一个很大的第一颗珠啦。那个自然不是从你头脑进去，要从这里进去。嗯，心灵扩展要靠那个，他就直接给你解除，好、哦，那个意思啊，这个要配属三位一体那一个，所以要画出你那个。即使现在我说你们在这里当场解除掉，对不对哈、哦？即使现在我看不到的，包括美国的有进阶的什么，我说没有，就全部没有，你信不信？啊，你给人就给你有就有了，显化怎么会给人挡呢？不会啊，哦，不会啊，不会这样哦。你有当然我是替你高兴了，我觉得很欣慰啊。说，毕竟小时候只有我有，现在终于有人有了，我很高兴啊，不会嫉妒。哦，对哦啊，听不就他没有听到，他没有看到，可是我在这里可以解除。哎，你不信哦啊？当然你听到了，在瞬间解除哦。啊，就可以哦，所以你从天人合一要进一步，哦，直接当三位一体了。三位一体就先联络现后光，就能串通这些，嗯，就能穿梭这些到天光光，哦，天人合一就是三位一体。哎呦，那个就是心念口眼就很自然自在，再演都可以演，哦，哦，那个意思，哦。啊、所以这个女人像刚才你讲那三个故事，瓦界的故事继续演下去，三个人物妞妞、王会长、温生一直演，后面的人物你不认识的或者天人到最后都出现了，不要有一天你变成天人的老婆看到很多天人、啊、进去看到很多天女，自然出现了、啊、那真的进入瓦界是天女了、啊、哦。感恩本尊，我那个二女儿早上刚好打电话，你又想，我那个在美国那个二女儿啊，她早上打电话，她说：“哎、欸，你怎么到哪里？”我太太跟她讲说：“我们到高雄，今天本尊开示。”你怎样？你高雄？你要讲啊？你怎样？怎讲？啊，怎带动讲本尊现在在演打针，只有说打针痛哦。打针，伊讲哦，好酸，好痛啊！我还更加作怪，妈上酸，妈痛。他痛得哎叫。大陆的你也给他打针没关系啊，都可以打得到，播出去、嗯。还有一个经验就是，那个王林，大陆这个王林，我一过来见本尊的时候，然后本尊跟他带动他有六项，然后那时候几乎。所有同道都还没有六项，但是本尊跟他带动六项，然后他回去大陆，刚好跟同道到北京，然后他们就说希望去看他，啊，我说哎、欸、他怎么了？他说他已经癌末，所以他是因为癌末来见本尊，所以他摄受到六项，然后他本来躺在床上就很没有力气，但是一讲话讲一下子。哎、欸，他就起来，他就说要战役，就说他看到那个华界的美丽，就像皇宫一样，什么都有。然后他跟他家人的关系原来不好，也都变得很美好，就整个脱胎换骨变成一个人。所以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有回来有把他的话跟本尊战役，就说真的不可思议，一个人他在生命垂垂。要没有的时候，快要灭尽的时候，他一讲到这个，他后来他是叫他们把那个床摇起来，然后战役的那个完全没有病容，然后战役完，哎、欸，我就说你的战役我会带给本尊，所以那时候回来好像没多久，然后他就离开了，所以这个本尊的思想真的可以使人离苦得乐，也真的可以了脱生死。从几个例子，现在就是说本尊这个道这么好这么尊贵，那怎么很多人他没办法去相信他找一人没的就没了，就归零，我这个想找人没就归零，香港就多多会往了、嗯、所以在协会有看到
有的几十年他没境界，他还是照常来。我就想说，这种人像本尊讲的，到最后分身都会带他上去，因为有金刚心。但以前有很多有境界，来一下又不晓得到哪里去。你很多年没有境界，因为你绕着五官意识了。现在也爱通法性，无交流，无安法性，意识流无通啦。不是讲伊无境界，意识流无通，伊通着法性，伊法性早拢起起个，伊灵魂拢起起个。所以起个一下就知影，啊，你到底有关意识啊？啊，你比如我镜子，现在我在讲，所有的肉身吸收不了，他灵魂先收起来，他灵魂都摄受到，啊，他本身没有，他灵魂就收得到很好。我说得很好。大概有的接触到八大也是接触到法性了，马上全部我想来讲的奔然大开，呵呵，这个意思了。因为他平常没有注意法性，就没不是专门在学道专心求道的了。我想来讲阿毛啊到老界的一种凑热闹的了。跟班的了那些了。道的五官是爱不排斥道，爱没有说很兴趣哦，而且从意识里底下绕，意识里绕不上去，都绕在这个有那种的底下绕，绕的，搞不晓得是非啦、嫉妒啦、无为无为，东西人不为烦恼的出来了，东西安，那入道一点如法性的底下，搞不晓得政治状况啊，搞不晓得还有了，以后就会有了，因为其实有一些同大常常问我一个问题啊，我也不是很确定。因为那个圆光，他们有时候自己看到那个圆光，比如说他没有经过本尊亲自拿过圆光，他自己看到那个圆光，有没有可能是事变？事变。对，这个有这个信徒有一个说，不必经过本尊安，我不是说爱啊爱敢安呐、那个人说他也会安哦，事变，事变不稳定，不能起作用哦。它的事变可以生圆光，可是没有作用，不久就消失。那经过谈度啊，就程序谈度给你安的这一种啊，百分之百就稳定。那一种是自己事变了，我说消失就消失，就这种就可以消失了。这种经过大日三个一体给你安的，这要给你消除不了啊。圆光消除不了啊，你事变来几下都不一样，没有了就没有了。那个没有作用啊，事变可以，你的本体可以事变，所以天人合一跟三位一体是有差别的，在进展到三位一体。不是我们五官是说我们要怎么天人合一，就是我刚才鼓励你说，一次三个故事，三百个故事。就在过程之中，无形中你接触到这个三位一体了，演到进入深入了，接着你自然就没情况光，自然就三位一体。你说刻意我要三位一体，这样没办法，这样我要，五官意识还是在那里绕，我要就是五官意识嘛，你这照着本体在显化的时候，这样，无意中你没，他是怎么回到我这边停下来，发现自己没性忘光，是这样的。好，谢谢老师。不要说我刻意，我怎么接触本体？我就道道之水不是有吗？有问吗？怎么接触宇宙光明体？怎么接触本体？那个意思啊，自然嘛，我自然一自然的无为啊，反正道也来啊，对吧？有当你刻意什么啊？你出家那个很精神都很可贵啊，出家当和尚尼姑这个精神都很。向道性很强呢，那为什么没有？五官意识底下照啊，没有想到还有这个，一想到阿弥陀佛那个对啊，阿弥陀佛就拜阿弥陀佛就对了，无量光啊，就想要接触光，他讲拜阿弥陀佛是叫我说拜阿弥陀佛就对了，拜无量光啊，像我们现在尊敬这个就是这个大日天光光那个意思一样，只是他们的方式就。他们用拜阿弥陀佛，自己加下去的阿弥陀是无量光的意思了。光直接按接触到啊，你自见其身无法怪的，再来就很快了。自见其身也就你要三位一体很容易。一直给他演体证，我大道自己跟我说，体道
体验到变成道体，啊，你现在一个道体，道体一起没有起作用的话，哦，就到最后你全部就喊得动，哦，都可以啊。所以刚刚那个问题进一步的再说，那如果说有些同道，哎，他可能不太有机会让本尊亲自按圆光，那他有可能相应得到吗？就说相应不到。因为我没有，我从来不没有解释说三位啊怎么安怎么安呐、啊。是是是。嗯。是。哦。哦啊，家己思辨也无损啊。我也看到自己的阿公阿嬷回来的往生的，我说我把它变成那个所以思辨啊。哦，一定要这个乾隆光或天光光给你，哎，大致给你照见才可以。照见范围很广呢，不是只照见祖先呢。是。照见长城，照见什么？照见很万物很广呢，嗯，有的人现在变成，有的人不要人家带动，有的人不要人家照见，有的人就不要人家牵挂，那别人都没，对，都你在冲起来都不知道了。他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大家很，比如说他就没有办法来嘛？没有，能说想要安眼光能找到我的，但是大家好像就自然而然生出那种。纪念出来是哦，自然就发现到这种情形。嗯，因为我的经验就是这样，哎，要经过这个，那我把它拨到对方，才就形成这个姿势。是哦，别人除非三位一体，那我就没有话说；除非他没性光光，我就没有话说。哦，嗯，他可能也是没性光光，也有可能啊。我现在不是重点是谁安圆光，我重点是同道，如果说，哎，有没有可能？直接相应到，比如说本尊的分身，或者直接相应到，没有他的自见其身，如果产生作用，嗯，哦，他的法身产生作用，哦，体性能够衔接到三位一体，哦，啊，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安圆光啊，嗯，啊，所以我曾经讲过一句话，你要法六相体会到很完整的时候，你自然会生圆光。哇哈！我讲的这个，有啊，你没有体会到完整啊。哦，啊，圆光是先给你圆光，你再去体会，是这个意思呢？稳定你哟。是。啊，以前我开始现在情况下讲，体会到完整，你才能生圆光呢。啊，为何恁去新加坡去外国找我的时候，因为见外机会少，我按说要到老来要到外国啊，哦，到未调去走倒来，哦。啊，刚开始讲安眼光，无较早伫台湾，我也唔捌咧讲安眼光，对吧？的意思啊，哦，在台湾我没有说过要安眼光，为什么去新加坡开始讲安眼光？因为我知道见到我很困难啊，所以要当场给你安啦、啊。啊，除非你这个人体会到很，我有讲过，体会十六相体会到很完整，他自己会生眼光，就是不是很完整，你在接触的三位一体，对吧？嗯，明白意思哦，知道意思哦，嗯。我以前也好像有印象嘛，我说右相完整才能生圆光，有没有？对对对，啊，我先哦，让你体会圆光，就是先用三个人给你架下去，让你慢慢体会，就稳定了。进入法界以后，就不会再就永恒了，那个意思哦。对啊，也是合理啊。哦，不是说我很厉害，别人不可以，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做人可以，当然最好啊。怎么都。以我为准，那不是这个意思。我说根据这个理论来讲，哦，不是说我很厉害，别人不行，不能这样。哎，啊，我会演这个，就自然就这样啊。哎，你不知道我啊，自然演出来给我看，我才知道这样啊。那怎么给人家安眼光？我这个经过实际的经验，他先表达出来，我才能讲出来啊。是这样呢？哦，我才知道这个理论呢。啊，那个人还没有明星，我刚不知道啊。那、啊、我没情况，我还不知道这样。他演出来，我才知道安眼光啊！啊，在新加坡我就安了啊！哦，啊，我知道你看不到也好，看得到啊。六相圆满，就自己生眼光，我只能给你这样讲。啊，你还没有六相圆满，我先给你眼光，就是这三位一体先给你，天若观先给你眼光，稳定了哦啊，他就接着来。啊，看那个人有没有重视到啊？重视到的话，就可以衔接得很好，一样就可以生眼光啊。嗯哦，啊，圆光是咱人的法性，
相应到三位一体，按叫做圆光，按啥意思？火性相应到这个天现落光其中一相就好，哦，而且大日日好，而且天光光一相就好，啊，能三位都相应到就没形光光啊，啊，能相应到现落光是属于客体，这个啊就可以圆光，哦，有圆光，又有现落光三位一体，你要照见人祖先这。你所有的亲友都可以讲出来，童年时代的故事都可以讲出来，过去式都可以看出来，阿拉也是可以把你，怎么来的都可以把你表达很清楚哦，通常有人会问，那我未来呢？那你只能忙在未来，啊，跟你说明天会死，你怎么都完，你就吓坏了，讲未来啊，未来跟你报仔讲啊，你后日死呢，未来，你过。过去也准，未来的准啊！你未来的顺天命啊，对哦，所以这个他换句话说，你学道就是学这个天人合一了，三位一体，就这么简单，这么简单扼要。是，那我是是非非，你看要起照顾因两个哦，啊，照顾你的本体哦，很简单些，哦，那真正。精神毅力，我实在足崇拜。吼，哎，我讲，厉害！这一切都是感恩本尊啦。那我们这样，那个在住下也听得。一路走来哈，就是从无知，认识到这个生命存在的真实意，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那你们刚刚讲到那个圆光，我还记得我们之前去日本见本尊的时候，就结束的时候。我们把行李都弄好，因为第二天要回台湾。那我就想说，那我去泡个澡，就最后的时候去泡个澡。当然洗完澡站起来，因为我的前方是一大片的那个镜子啊，一站起来的时候，我就看到镜子里边的我，就有一个圆光，很亮金色的。因为我当下我自己都吓一跳，我也不知道那怎么，因为我也没想这样子。你会让我看看你。对对，就突然就看到镜子里面的我。是我崩掉啊！我讲了以后吗？就是见完本尊。见完本尊以后结束，我们新加坡呢？要不是在日本？在日本哦。要回台湾的时候。一直我伫外国拢会感觉眼光啊。对啊，台湾我唔捌啦。我也不知，因为我没有去想过这个。那到今天为止，我也从来没跟。你不要想跟你讲了。要过什么圆光这样子嘿，所以就那一次啊，我洗完澡站起来的时候，对面的镜子就很清楚，看到那个圆光，对，金色的在我头后面。我当下我都好感，我自己觉得很震撼这样子啊，感恩本尊。啊，你有圆光，就享受一挂人生嘞，对不？改化这专业的人生。转到人生来可以享受，啊，没得那受苦，对，啊，得叫已经习惯了，人生就是安尼，啊，进一步个看要提升更好的人生，嗯，拨过来就可以，绝对可以，就像刚才，也可以身强体壮这样过，对不对？也可以，你不是看过24个太太吗？有，24个全部招回来。24个，你都曾经看过吗？看过，全部在这里。24个，有没有？有，就这24个。这24个啊，是啊，四个无啊，唔知交往，唔知该喝咖啡就喝咖啡，该散步散步。谁有24个的太太？谁相信你有24个？因为你有法身啊，应用到这个人生来，里面的感官接受都是你这里享受。你法身，你的法身马上，你自证今天马上起来，抱其中一个，抱住那种感觉都有，这里就感觉在抱了，就等于那边等于这边了、所以说我是那这个很重要，我就是宇宙的我，干，起码这是宇宙的我，这是宇宙意识，那是五官意识，五官意识跟宇宙意识合一啊，天人合一的价值在这呢，你知道？他边我们享受不到，不能到河流，不能到远山，不能现在坐在这里，不能到美丽的大草原。那边，你的自证今天在大草原，反正24个搬到大草原在散步了，晒太阳了。你在这里都享受到啊。要这样感享受人生，
不动本处，不动本处，我在这里，可是我们遍布十方，经典的词句啊，哦，那个意思啊，要进一步要这样享受，不能每天唉声痛苦啊，人生怎么悲惨，非常幸福啦，突破啊，真的要突破，你也给他嫁24个丈夫，怕什么？24个丈夫，24个标准的美男子都在前面，帅哥也是24个，和彭世杰拼一下，24个有吗？有清楚吗？都有清楚吗？更加那今后呢，通常能看到3个清楚就不错了呢。你24个都清楚吗？清楚吗？更加今后呢，我唔知道，我这股唔知啊。24个呢？24个，一个一个身强体壮，都长得不一样，身材都很好，只有一个比较像我，比较瘦。身材都一样，你看这种干净看起来的哦，谁相信你有24个丈夫？对不对？对啊，所以你别人没有的，你有，你可以有，而且可以现世的人生去享受，才能成为人间净土。极尽哦，极尽按世间涅槃是指在实相世界，就是涅槃，很安静，别人看不出来，事实上你很活跃啊。和世间一体呀、涅槃跟世间一体也是合一哦，啊，这两者合一，那假如讲诶，耶稣一句话，两者合一就能进入天国。这两者，两者实相跟你的人间合一，进入天国了、享受天堂了、没有无差别嘛，人天无差别，这是合理论的啊，所以你这样，饮食男女娱乐。什么都有，不止丈夫或先生，太太，不止这个饮食山珍海味，像演戏那样，你可以当皇后，当慈禧太后，可是不必担心战争，你可以当慈禧太后，你做好好的，一样，都好像做一个金高椅里面，金高椅，你看做山珍海味，一样，慈禧太后。120个餐点，每一餐哦，都试着都摆在前面了。有，你试着吃看看，怎么样？吃得到吗？那边吃得到，那边你的法身在吃，这边就在吃。对，啊、高兴娱乐就娱乐，高兴看跳舞就看跳舞，宫女宫廷舞就宫廷舞啊。你不然你就当汤妓，汤妓摆地王爷，汤妓打。哦，妲己。妲己。你妲己啊，你可以变妲己啊，都可以变来变去，娱乐当作电影，可以变成真实，这样叫做实相生活化，实相实体化，实相理想化，这个好像在被座右铭在练呢，叫实现啊啊！你不知道实现过，忘记这很好没有用啊，你自见其身是要用，你不会用啊啊！你自见其身看到你当慈禧太后，当什么当什么。比谁都幸福了、啊。我跟你说当皇帝当什么干什么很麻烦呢、对啊。内忧外患怎么说那个麻烦。你那里面没有外患没有战争没有人嫉妒你只有你知道。自知不随他。无意无分别。这完全的符合这。无意无分别和真的是完全一样。你看。所以你给他试试看你开始当。慈禧太后不怎么好了、你开始变也是一个皇后了、不知名的皇后也好，你喜欢你自己来善良爱民爱子的、爱国民爱国为民的皇后也好，没有国没有民啊，就只有你自己，整个世界比皇后还好。要知山珍海味都是大力士。挑着那个大力士，挑着个鹿肉，整只烤的进来，这样摆在你面前让你割。有，你看香味都有嘞。野菜什么都有了。你吃什么都有了。有时候你没有想到，它自己跑出来了。你看，看到鹿肉、乳猪都有啊。你看都出来了，你可以当皇帝啊。跳宫廷舞，你看。你现在当皇帝坐在皇帝椅子上，天天娱乐，
哦，那个国家也不会败，因为这个你的国啊，哦，你的国啊，你看天天依的，你看宫女那个武装的，可以恢复古代一样，那宫女跳那个舞，还可以听到音乐，有节奏感。看汉朝有汉朝的音乐，但有乐器都不一样，可以听到乐器吗？有，他整个舞啊，配合乐器的声音吗？可以。哦，那境界很好，就像你唔知影享受，噶他妈，你怨叹怎么哦？免怨叹啦，免怨叹啦。对，不劳无为而为，哦，这也是合一，这个实相和你的人生合一，你就幸福。好、哦，这个就和你合一，两者这个人间这个涅槃世界合一，实相世界与涅槃世界也是合一。啊，这天人合一的意义跟价值在这呢。啊，你说哦，境界很高，他站立自己境界也很好。啊，你只是自证自证也不知道怎么用啊，那我看你什么境界？对，境界只是用的。要回归你的生活，随到随到最后要回归自己，找到生命永恒。你看一直向外拜拜拜拜拜到什么时候？对，拜到什么？你哦。拜拜只是表示你尊敬信仰向道、哦、这个是可贵在这地方也没有不对也没有对对，可是你没有方向啊，你用到你用庄子刚才讲的那句话，终身一意不见其功啊，那做了这做发表那我一个月你也看辽国缅甸还是那个和灰心啊，是南传的佛教呀，那有够努力做乖好、哦、我们等囡仔的做灰心啊，那读个经典啊，哦真的大家啊，你拜不两分，但是重要重点是拜不两分。拜阿弥陀佛这样对，但是一直接未到啊。啊，但接到阿弥陀佛，接到阿弥陀佛奉公，啊，你自证其身，哇！那你个立马无多联系啊，马上断啊，对。你看到自己这样，那你怎么办？阿弥陀佛让你看到自己，那你怎么办？你就。说不定吓一跳啊！你有没有看到圆观，你就吓一跳啊！就给人做眼睛的向道，忽然间看到像，他会紧张啊，断掉了啊！对，他意识在以为是这个哦，那个意思哦，所以那这两者合一就能上日，就是已经进入天国了。要说起回答亚历山，塞普斯，也是什么塞人，亚历塞人哦。怎么上天国？两者合一。两者合一，包括这块哦，两者合一啊，按业界见来的上天国，但这个当下的天国啊，所以来加一句，天国就在你心中，所以天国近了，这个都很有道理，他们讲的都对的，所以你这个一定要珍惜生命，重新改造，不是我们像经常想的，确实，哎呀，我们安能的。行动不方便，我们要活得比别人幸福哎哎，真的生命充满活力，向道我们才有意义啊哎、哦，所以是嫁24个丈夫，天天美食美味啊，24个太太啊，那大家好，可能呢？另外不可能呢？我以前我妈妈还在的时候哈、我说过，我妈妈不懂啊，什么都不懂。他忽然间看到里面很多天女啊，很漂亮哦。他有一天我回老家的时候，他忽然间很紧张跑出来，按、照我的衣领，他很保守啊，啊他一直叫我们里面怎么那么多女人啊，很漂亮的女人啊，我就挨着你弄你都是你的媳妇啊。哦，他瞪我一眼，哦，我妈妈瞪我一眼，那你怎么养活人家？没了，他养我。我问他说：“你看到什么情形？”他说：“端那个脸木头做的脸汤去，而且很漂亮，看起来是木头做的，可是很漂亮。哦，用妈妈抄的人的习惯，切木头，看到我像木头，那种木头，一旁边的水啊，哇，做漂亮，没有洗脚啊，那个水都还有烟，那这样形容。”啊！一个要跑到我后面给我按摩，我赶快跑出来。我妈妈不能真的，她不会说谎话。
你看他境界很好，对，可是手质量有限呢、啊。嗯，我说那个都是我你的媳妇，里面几个他没有讲。嗯，那、啊、你还一样，你有48个囝婿，48个媳妇。哇，再来啊，不是认真认哦，真的把它生活化，按一个实相生活化。嗯，把它不仅在那里做皇后，不做皇后也可以变在你生活间。嗯。在你旁边，哦，他这样陪你都可以，哦，喝咖啡做什么他都可以，嗯，想咖啡就随时有咖啡，哦，随时，其中一个天人，哦，端着咖啡，哦，很恭敬的样，银器还有咖啡很端正，哦，比五星级的还好，在他面前让你喝咖啡，有没有？端在你面前，有，很恭敬，你看，还有拉花，对呀、啊，对不、啊、对？对，哦。哦，非常啊！你不方便的话，用想的咖啡就出来了。嗯，随便一指，那你就有咖啡了。你桌上摆了一颗咖啡，有，一样喝下来很香，还出烟。嗯，都有哦。有，随时想什么就有什么，想就有。啊，就谈到讲诶，一丝光无所不了，没有不了的，没有不能完成的。啊，才是那意思哦。嗯，啊，你的生活人生就改变了。嗯，啊，所以一定要重新改造你的生命，否则这样。一定好像很悲观很消极哦，嗯，会很憔悴呢，身心难怪这里痛那里不能呼吸，都是造成这样啊，嗯，这免疫力的受到影响啊，乐观在享受上，说不定你身体忽然间健康、嗯，身心健康，你的自证其人期待你，哎呦太幸福了，啊，再来一首，知道一首，啊，还有呢，感恩本尊那个今天刚好跟彭思琪这样子带动。嗯刚好提到就是这个意识流的这个解释，因为在大道之行里面本尊有提到说那个欲思光，这个说本尊有提到说他的是因为欲思光这个法性啊，意识流借由欲思光借由法性然后来欲思光，然后所有的圆成实相，譬如说那个唯识论讲的圆成实相也要靠意识流来圆成，所以刚刚本尊在带动彭思琪在那个喜马拉雅山的时候也是这样说，那个意识流要过去先接自见其身，然后投入进去之后，那个整个那怎么讲，那整个高山的空气稀薄啊，压迫感，空气对都就是临场感，对临场感啊，但是临场感是在那个自见其身里面。那本尊在大道之行又有提到一个，这个跟法身的感知是靠这个意识流，好像他在那里感受啊，我们坐在这里，这是饭店里面嘛，可是同时都有那个感知清楚。那所以本尊今天在讲到意识流，包含天人合一是跟自己的法性，然后再来三位一体，然后再就是进入到玄佛光、天冠光跟大日的这种三位一体。那刚刚顾问还有彭世奇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本尊有说什么？有带动一个说，来，我现在有先出漩涡光，然后再把那个山河大地出来，然后有在看有什么不一样。那我刚好在旁边这样跟着听，真的漩涡光先出来的时候，那个山河大地出现啊，它的这个广度跟深度，然后这么说好了，就像彭世奇刚刚有提到，我能够体会那种感觉，就是我们平常在家里自己带动，有时候是靠自己的精神力，我要带动什么，那去想的时候会需要靠自己的想法稍微跟一下，但是又不小心如果又加入自己的五官意识，他又反而扣分，他就会变成在这个，所以一开始抽的刚开始的时候就会容易这样子啊，刹那声，然后撑不了多久，那有时候可以撑久一点，有时候撑不久。那今天本尊在讲到提到说，因为漩涡光先出来，然后把意识放在自见其身里面，而不是说我为了带动而撑这个场景，而撑这个实相的时候，整个场景自然的广阔不一样哦，对，自然广阔，然后清楚。主要还有生命力，包含含家己修得有诶，无同啊。对了啊，但是我终于知道说，为什么所有的同道在本尊面前就会要带动的时候，都会非常的清楚，是因为这还有、啊、回家自己不大清楚，就是因为还有这个大光体当背后的支撑的来源。各几点？你讲的话、啊，没关系，没关系，能先说没关系。各几点？你等下讲去到高山，哦，怎么到圣母峰诶8000几公尺诶，讲诶是诶。没有空气会也，压迫感受到让你感受，对对对对对，
那是本体起处理。我把谈到讲一句话，处理一定要现肉光。哦，所以要选。现肉光出现的话，帮你处理的话，这些压力都没有，到虚空、大气压什么就没有。家己处理起，你无法度去到去整个到虚空里的空气里的这个。处理一定要，我上次讲一句话，处理一定要现肉光。了解了解。你抓起，你要一旦如走平地，哦，啊，你啊家己处理的有限。个变意识处理，但房间的老电电管、施工电管看住啊，你那样有差。嗯，好，感恩感恩。不会。然后刚刚本尊有带动那个彭千华、那个大力士，古代的宫廷大力士，然后端食物进来一样，就是今天本尊有特别解释到说，哎，因为有这个漩涡光在，然后端进来的那种。质感、场景、广度、深度，它那个活力，包含就连宫女在走路，然后旁边的那个乐器，本身特别提到的汉朝的乐器跟人不一样，它就我们就真的听得到那个宫女在好像舞。好像在舞蹈一样，但是配合的乐器又有一个节奏，就随着本尊的声音一加入节奏，它就是瞬间就有节奏啊。你啊，家己带动的本体带动的，就跟那个劲尔。对对对。你实际带动那个宫廷的听尔，哦，鹿肉了，什么吧，二百东西的款尔。啊，你啊，想要带动一点外景拢给你。对对对，外景都。电脑现在给你出来。对对，然后连宫殿外的。哎，拢出来。宫殿外的那个。只是我无讲尔，我没有讲而已。它全部可以扩大出来。宫殿外的虚空，宫殿外的就很奇怪。照理说，宫殿不会盖在山上，但是这个宫殿外看出去就是一种美景、风光、水色这样子，就从就这样看啊。宫女是好像是主视觉是宫女，但是实际上其他的也没有被忽略。跟我们看东西好像只有一个主要，其他的就是像余光这样、就很清楚。然后广度非常的无远佛界，就只要宫女的跳舞的乐器。你安怎跳，安怎跳，就给你播出来。有，刚刚就有播出来。你啊，先要光带走，就给你播出来。你啊，四遍的，我给你哦，修出来，伊袂给你播这细致啊。对。你差别在这，外景也袂给你播。对。给你播足快。感恩感恩。哦，你感觉真正的哇，那个广度。对，所以今天真的很感恩说，所以刚好对照本尊说那个大道之行的这个用意识的圆成实相，但是主题在那个玉石光。那我们今天玉石光。佛经这样本尊有提到，玉石光可以看到一切如来神变啊，一切世界。玉石光的行照见。哦，照见。哦，你讲照见一切世界。啊，对对。哦，你啊，家己本体都迄落吼，诶，佫无同啊，诶，范围较小，那清楚了。哦，啊，要享受较广大，就是哦，佮跟了包括现肉光，讲哎，现肉光代表因两个，就家己佮出来，广度都宽。有的立体的，有的那个好，对对对，这够了呢。感恩，我就是要讲这个立体感，包含因为刚刚先本尊带动彭思琪的说，就是本尊要表达不同，就是表达他那个不太一样，就是漩涡光先出现的那个河流瀑布嘛。那河流瀑布真的整个流着这里的墙壁，整个都挡不住了，然后后面也一直流下去，广度给做宽。对，然后这个有地板，整个就好像我们就在那个。就好像就掉在那个空间并存，但是整个那个广度好像广度太广，如果硬要看它是没限制的啊，但是至少它的深度都很清楚这样，对吧、啊？就是你想象中的那广，像讲鳄鱼在亚马逊河哦，啊，你看鳄鱼在丛林啊，一个鳄鱼在啊，你也家己变成你袂喜欢讲足宽的，啊，你要前后光带动的，伊规连下骹山丘管顶管远远的河流，鳄鱼只啊个宽前后左右个。破了几千倍都有啊！感恩，你知影？规条河流拢给你照出来，他底下啊，带动鳄鱼啊，这个啊，带动你的本体的这啊，鳄鱼啊，啊底下收起来啊，哦，迄个范围尔，了解。他底下感恩。啊，那陈老板给你忽然间扩到哦，这哦，就是个玫瑰园哦，这一颗玫瑰，一颗玫瑰，我带动我这一颗玫瑰，哦，你看看，哦，两个给你扩大，你扩大的范围也是安尼。你的本体给你扩大，你看到的玫瑰园，哦，还有小木屋，哦，你刚才站的，啊，虽然光带着给你照了，一个未来，特别芦苇草、什么草、薰衣草、什么花，青龙、白子兰拢有，那个广度山边的山拢给你照出来，就是这样啊。感恩。啊啦，要照皇帝，
你要在喝皇帝当皇帝，你要在喝酒，你挂在宫廷里、哦、喝酒，吃鸡肉，还是怎样啊？吃烤鸭，哎，范围是底下嘞。啊，你啊，想要讲酒，伊连咧旁边几个公路底下咧换衫裤，拢甲你酒，规个拢围套的就对了，哦，整套的啊。啊，宫廷啊，都喝连耍，规个拢甲酒，足宽足宽，加几啊杯。想要讲到这不一样啊，所以三位一体跟天人合一有差别啦。哦，啊，你一般你啊有天人合一作战啊，哦，啊，然后照个三位一体，当画来画去。你自然就没心放光了。那个够没？有啊，观察，如果有观察，不跟他们。不是，这不是观察，就是很明显的，就是直接就是差别，对啊，不是说分别，但是这很明显说，就是我刚刚听到彭世奇在讲的，他就是想包含说，有没有见到本尊有圆光，然后有了圆光，倒不会用，或者是有漩涡光，那以前。不知道就会觉得说啊，现在的事大家要有圆光，那同道就觉得那我要赶快有圆光也没错。可是，在里面用到的广度，像今天本尊介绍出漩涡光给彭世奇跟我们知道之后，才知道说那个广度多大。所以本尊刚刚才讲说啊，这个只是几亿亿亿分之的一到十，真的是程度还很就是很些微而已啊，里面很广大啊，所以今天真的有。有震撼到我，不是说哦刻意观察，而是明显瞬间就感觉，哎，奇怪，我没有去想到怎么宫女外面还有那个啊瀑布，同样是瀑布啊，漩涡光所带出来的瀑布，没有想到的那个流的那个深度，然后你没讲到，伊都把伊照出来了。对对对对对，感恩感恩，嘿，广度给做快，对啊。对啊，而且不用耗我的精神，有时候自己在家里带动是自己精神，哎，想说我要带动，比如说带动一个瀑布，那我会把想到的瀑布，自己识辨的也好，或者是记忆中电视的瀑布、走过的瀑布，但是它的范围会有一种局限，然后好像像本尊讲的说，哎，要感恩，然后它可以维持住，但是有时候又维持不住，就会在那里体会啊，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真的可以维持比较长，但是今天明显看出来说漩涡光出来的根本都不需要花心思去跟去什么，哎，它的整个广度深度好像就跟我们的心合在一起，就 感觉自然的视觉就好像就那么的广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体会，我刚好刚刚本尊带动彭世奇，我刚好我就体会到了，对，体会到感恩本尊，对啊，被你带动你一块你的本体的，你的真如展现的范围啦。啊，然后天波这天光光，还是那我漩涡光代表因两个哦，都艳哦，无同啊，拢照会出来。感恩感恩。哦，阿哥无，哎没有。就是我今天看的，是法身的眼睛在看。我以前带动的时候。我这肉眼还会这样直接自己看，可是今天本尊带动的时候，我好像就是另外一个眼睛就跟着本尊这样看。另外没有讲到的出来，那个都漩涡光照出来是。是另外的眼睛，就是不是我这个眼睛看哦。另外的视觉啊。嘿，对，另外的眼睛这样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啊、看还较宽哦。嘿，对对对对对，哦、是。意识流的眼睛，不是意识流的眼睛。我以前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意识流的眼睛。我每次只要我一睡，眼睛一闭上就开始，就像本尊讲的，我就跟意识流就开始。那個、对，而且都走在。尿气啊，尿气啊，你。对 对, 對，都走那个边边啊，然后墙角，就像一直、一直旋。墙角。对 对, 對，那时候有时候会看到我自己这样走，有时候是我的意识眼睛，然后我还会张开看，跟我意识流看的有没有一样，然后。对对对对，那时候可是那时候我一直想，为什么人家出离都是到那个很漂亮很美丽，为什么我出离是都是看那个边边角角，然后一直跟着屋檐哦，这样一直走一直走，对对对 对, 对，一直走，然后就这样每几乎每一天，几乎我刚刚本身讲我才想起来，而且那很长的时间每天都这样走，刚开始的时候都弄安尼，意识流的出来弄些看。对对，客厅的大概还是某一间厝，啊，不一定熟悉。窗帘的旁边，这样这样那个窗户边这样。对，一个视觉在那里。对对对对对。啊，看底下行等。然后看桌，然后会去看梳妆台的每一样东西哦。然后我还会赶快起来看，跟我看刚刚的有没有一样这样。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很久就这样。这个视觉意识里随时都有，比如你要看一支茶壶里面，那个红色茶壶，你看。
对，就跟着进去，意思你可以进去，对对对，在里面可以看到它的构造，什么水，什么咖啡，它都看得很清楚哦。它可以绕一套整一堆杯啊，白色那个，你可以到盘子底下，可以靠地靠布那个地方，它可以进去里面。我以前不知道那时候，我只觉得人家处理都是很漂亮，怎么我会处理这样看边边角角这样一直看一直看。意识处理就是这个情形，刚开始会这样，啊，乖变个那个。啊，对对对。他就一直带领我一直看。他就试着演变，都细腻。啊，对对。就像那个连那个，像那个水泥有一个小洞，小洞都这样看得很仔细，这样水泥旁边的小洞那一直看。正我少年的时候，这意识里我想出来，我妈妈炒一盆那个菜出来，哦，炒一盆菜出来，啊，先什么是哦，一盆菜出来，啊，我突然间眼睛看，哎，怎么四姐跑进菜里面，看到一只虫啊？我给我妈妈，啊，你怎么里面有虫？啊，我妈妈瞪我一眼，怎么有虫？我跟她，哇，真的有虫啊！真的有虫啊！我说奇怪，我怎么知道？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就感觉我一个四姐钻到菜里面，看到虫。欸，我那时候不懂啊，可是我知道里面有虫啊。哦，所以意思有那，基本阿哥会随时出现。你看那物件足细腻的，拢看人看袂到。比如讲，这个茶壶放在那里，他不看表面，他看底下，靠近布黑布的那个底下。你看，在那底下绕，在底下绕，都很清楚的。可再细用，他都可以照里面的，你看得到吗？哦，你看那底下哦。在底下布的底下，就壶的底下啊，你看到没有？对，看可以啊。哦，对对对，你要看到你看不到的哦，再远那可以详细看得很清楚。哦，啊你比如说你看盆自己，你也看不到的，你是意识你可以跑到前面来看它。有看到有。甚至你看它啊，都很清楚。你肉眼只看到它背部啊，背部对。你意识也可以跑到前面看它，它取代你的眼睛。那时候我不懂，不晓得。不可思议。对，就这样。后来还有什么要？各讲咩去？得再研究。最近，我有一次看一张照片的时候，就是那个显像照的时候，我就坐着看，哎。我就看到一个我的脸这样浮出来，我的脸这样浮出来，我就看到，然后看到的时候，旁边就有出现那个像乐团，是古代的乐团，就在演那个乐团，就古筝那个琵琶，嘿有，他就这样噔噔噔噔，对对，因为那时候台上他们在赞誉嘛，可是我就坐在那个照片前面，就突然出现这个景象，我就看到一个我，然后那乐团就出现。然后慢慢后来就结束了。哦，那我是有跟同道分享，我说奇怪，我今天怎么会突然跑去那里听那个音乐，然后那个乐器很多人哦在那边演奏，可是没有将持续像本人讲的一直演下去。意识流哦，可以把你的思想转成声音，也要靠意识流。比如说你思想是想哦。你思想像收音机那样可以转大声，思想想说用想的就好哦，用想的说我要回新竹哦，是五个字。你思想用想，它可以把你转到嘴巴来，我要回新竹。哦，你仔细哦，我主要我要回新竹，然后可以转大声。我要回新竹，可以转大声一点。我要回新竹，这意思你该转的，哦，感佩。你我要回新竹，你看可以转回来，哦，那你的声音，哦，你在讲话讲话可以给你转小声，转到里面，停在里面，转到里面，哦，然后可以在里面，你想把你打字出来，打在那边，马上立体雕刻。没有，我以为是雕刻的很漂亮，马上打出来。哦，对，啊，那个变成意识流，又回到你头脑，
转到嘴巴，我要回心心处。对，有没有？意识也可以这样变化啊。讲谎话，你说你故意讲错，讲不出来，一定要照这个意思。你说我要回新竹，你说你故意要想说我要抵抗你，我要回台北，还是新竹？台北你讲不出来啊，你体会，我要回新竹是一句话，但是你故意要我要推翻你，我要回台北，他还是我要回新竹，你怎么台北你都讲不进去？我要回新竹。台北讲不出来，可以挡灰掉。我在讲签名迄啊。签名迄也是意识有活动。签名迄签名叫做林彦颖。你签名先签到你头脑诶。林彦颖你的字体对吧？结果签了笔，陈信尧，对吧？你的名签不出来，意识就可以切掉。对，他会这样切掉签名。你看你的倒手是对吗？签你的名，倒手切个倒来，伊家己签，伊家己的，唔是你要签的哦。伊家己一个得签你的名有无？你的名就按签哈。即摆你的名甲你动掉，你要签的是陈信尧。你故意签错也不行。对，就把我拉着。签不下去了，一定签陈信。就把我拉着签。你的名字签不下，签陈信尧。对。故意装错也不行。故意我给你签错。我叫你签爸爸的名字，你签妈妈的名字。对，你妈妈名字签不出来，一定签你的名字。就讲意思，意思有代理爱外国，大行动就叫也让无声转成有声，有声再回归实体，实体再回归立体。你看，演变下去。我要回新竹，做扛棒，一对扛棒。我要回新竹，立体雕刻就是安尼出来，马上心念口言，立体雕刻，材料从哪里来？马上一个管很漂亮很大，上面看我要回新竹挂在上面，那个管从哪里来？这个观众多，很管很大，有没有？很漂亮，哇，这样又大又大，管从哪里来？看板挂着，我要回新竹。这个不可思议哦，它可以演变无穷大。这个管，这个新竹这么大，回归到你头脑里面。有。你头脑就是，你头脑的大小和它一样。一样。然后意识有消失的话，它就消失了。一直在管的，你让我懂，听你懂啊？有啊。你的头脑突然间变得空间很大的感觉。这个空间不能很大啊，意识里也可以推掉这个空间。初期的心念口眼，这个空间本来就这样而已嘛，你可以把这个推掉，推到五倍，基本上这都宽呢，很宽啊。你能体会这样吗？你能吗？可以哦，现在这里很宽呢，意识也很宽，天花板也高一点，上面加了一个水晶灯，不是这个灯哦，我们重新改造3%9水晶灯，很漂亮，都发亮哎，电从哪里来？那个水晶灯，这个颜色都变成翡翠绿色的，你有看到吗？变成翡翠，这个米黄的变成翡翠有吗？哇，更加这样，变成翡翠哦，好像一个七宝的房子，桌子也是翡翠，有吗？哦，有吗？桌子，翡翠是有吗？有哈，有是啊，看规间足清凉的一个宽哦，水晶灯这样啊，都可以。我这个椅子变皇帝那个金高椅有没有？科隆哥很大班那个有没有？这个椅子忽然变这样有没有？后面做一个金高椅，你看有吗？有吗？有。哇，今日大家都没原味原形，涅槃即世间，人间净土，拢是这个意思啊！你真的看到？哎呦，不得了啊！你不
不知道享受哦，哇，真的最幸运的女孩呢，哎，知道吗？一定要享受，别忘了24个账户，来快快快共享来，来。嗯，本尊，然后因为刚洪世奇讲说天人合一跟三位一体的那个镜像的差别，那刚刚阿瑶也有讲到的那个河流啊，我刚刚也是跟阿瑶有同样的体会，就是自见其身天人合一出来的河流还是也是很漂亮，只是它是比较局部一个范围这样子，那它的真实感也是都有，然后那个河流的清澈可以看鱼啊石头啊那个也都很清楚，但是如果存在意识流存在有漩涡光的话，那漩涡光在胖的时候它那个河流真的是无限扩大，然后连最很远很远的小木屋啊，然后虚空蓝天什么都出来了，那然后它会有闪闪发亮，就是那些小草本来可能只是单纯的绿色，但是它可以变闪闪发亮的那个，就它那个生命力跟那种活动，就那种临场感，它是就更甚至于河流的鱼啊，每一条它都可以抓得住，哎，对，就可以掌握它的游法，哎，而且一个视觉可以掌握无穷尽，一眼望尽九重关呢。对对对，嗯、就是对，就俯瞰这样子。在看你的时候，视觉又分出一个看树根呢、啊。啊，对对对。不看上面，上面已经保持住哦。啊，看树根，细腻精致。对对对 对, 对、哦，体会到那个境界，你真的会享受。就是嗯、然后就想到，因为自己最近就是会感恩一下我们自见其身，因为现在可以自见其身了。然后就会礼敬一下自见其身这样。啊、这个镜子是自见其身人要用的啊。嗯。哦、大家有自见其身可是不会用啊。对不对哦。哦。然后在礼敬的时候他会他的有时候出来的时候会搭配水田或者是搭配虚空这样子有个背景这样。然后最近有两次，一次他是后面出漩涡光跟天冠光，然后自见其身下面有金刚座。然后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很就这个自见其身就变很清楚，然后后面还会搭配本尊照片的那些如来云的光啊，在就整个就扩大出来了，然后我就想说哇，好扩大，然后好立体，然后就觉得跟之前看的自见其身又不一样，然后有时候会出现自见其身后面是一颗大日，那这样的那个的自见其身就变得很生动。就有那个肉的感觉，然后它还会有表情，然后这样眼睛看着我的时候是更立体生动，然后我就在很不自觉的就会一直看着它，然后我就在想说，哎，后面有大日，有天光光跟漩涡光的时候怎么那么清楚啊？然后刚好今天刚好本尊有跟我们这样子了解这个认知，才哎理解到原来有漩涡光，就那三个大光体的话，它那个是。实体感跟那个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到的范围，它是自然而然会扩出去的。你手质量有限嘛，哦，嗯，啊，当然啊，你看境界的时候，你以为那个境界法性的境界不对，本体思辨也不对，后边一定要有这三个支持住。啊，动的动态动感的时候，要穿梭的时候，一定要显露光，要有动态的时候，啊，一两个是体呀，天光光跟大日是一个体。像要动的时候，要先透光去动，那你自见其身才能产生用。哦，自见其身要产生活动、产生用，一定要后面，嗯，电灯要亮，要电力公司了。哦，你的意思啊？哦，就这样。哦，啊，我们通常看境界，看境界，啊，看有时候不稳定，有时候不清楚，有时候哦那个范围有限。啊，你看先透光都参与的话，哦，哇，你接不到啊你。看你看的境界，养鱼哦，我看，比如说我在带动人家鱼，我说自己，你就看到哦，有鱼哦，我就讲出来，我都直接看到，嘿，鱼在游泳的时候都很清，每一条100条就100条看得很清楚，一个视觉分无限呐、啊，哦，那真的很过瘾的，哎、欸、哦，你都可以的话就最好了啊，啊，可以把你的房子变宽、变大、变皇宫、变什么，哎，体位。这个是体验到，到最后，哇，真的，到底的话就不得，你就享受永恒了，哦，人生再苦也值得啊，哎，哦。你刚才讲那个鱼啊，你讲那个鱼，你现在出现了、哦。啊，那个
我就变成那些鱼的视觉，在水里很多条鱼的视觉同时在那个水里。哦，对，你进一步了，你进一步了，我看的是鱼在游，可是你可以视觉跑到鱼里面。就你进一步去啊，鱼的视觉。他提出来很好啊，也可以跑进鱼里面。因为本就刚一讲，那个鱼啊，你好像你是鱼，视觉看到河在游的呀，好像你是鱼啊，你可以这样哦，动物如此。哦，你进一步，我都没讲到，你进一步，感恩本尊啊。早期在带动的时候，就是像静态的物，然后范围很小，然后到后来就是它无止境的世界，而且是活的世界，活起来啊，就有风，树叶会动，什么都是活的，那个水会流，瀑布还是这样哗啦哗啦，有生命。就是整个就是活的生命，整个环境是生命跳跃。然后那个森林里面有小鸟，有什么，你就很奇怪，就直接就全部看到，就没有分别说我现在在这边或在那边，就所有的世界，我形容好像5D 啊，5D 就是它不管在哪里，你好像就是清清楚楚。到后来是这样，然后它还会转变季节，就是说现在是樱花，它就是樱花，然后你想到冬天，就变成枫叶，然后很漂亮的枫叶，这样它自然就这样展现。所以你刚才说玫瑰园，我看到的不是玫瑰园，我更广大，我在说在想要带动河流、大草原、小木屋，那是你看到的，那是你本体的，你的外心在看。我看到的不是这样，那河流到近端，要怎流到大海？要看山，我看到那些深谷，哇，视线开始扩延。在城市，大草原开始在扩大。我一看，有玄武光出现，那角度真的不一样，都扩延的。我带动你就说，有草原，有这样，随便点一下，我你看到这样，看到这样，草原。小草在晃动，风吹着怎么样？还有什么都可以改变。你如果处理的话，我单独跟咬牙讲啊，讲到深山，到高山，呼吸就有一点压迫感，氧气少了哦。然后全都光带动了，一切正常。到虚空，到月球都一样。对，刚刚本尊带动我的这件行程，在喜马拉雅山大口吸气嘛。那个气还是吸得到很大口的气，不会说有稀薄的那个感觉。我仙罗光带动呀、啊。对。仙罗光带动伊喜马拉雅，我讲处理一定要仙罗光给伊溜出去啊。无以我人来讲，我唔知影喜马拉雅伫对，伊知影对哦，现有的啊。到天空看也可以，俯视也可以。喜马拉雅山，远远看喜马拉雅山的位置，也可以拉过来，拉到你面前，也可以拉过来，也可以推进去，也可以在空中高看，高空看啊，高空看长城，我见摄影相片啊，高空看长城，远度的出来有无？那张长城一定啊，删掉一定啊，即摆摇啊，摄两张。移动就完呢，有两张没有发表过，所以你看，在天空看山上的长城，整个山坡，那个信号光的移动该有了，直向的动力，不可思议啊！你坐在这里，一直享受这些就好，没有人比得上你的幸福。外公，那很幸福啊，真的很快乐。人间没有的啦。所以我以前常讲，你有的我没有啦，我有的你没有。那不要就，你有家庭，你有事业，你有我什么都没有。对，我有的你没有啊。那个意思是这样，对，所以你现在重建人生，
用你的自证其身，为自己自证其身而活，活出你自己来。哦，知道，别忘了二十四个太太，别忘了二十四个先生。我来看看笑话，来，那共享，我的二啊，哎哦。